好，谢谢大家。我们各位学者、专家、机关代表，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呢，我要代表教育文化委员会啊，感谢今天来参加公听会的专家学者啊，大家都共同关心台湾现在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啊，特别是偏乡教育啊，今天我们邀请的专家学者以及委员呢，有关于偏乡教育专法的制定呢，我们今天要举办共听会。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会期，针对偏乡教育条例专法的制定，可以有一些进度啊。那偏乡教育专法在制定的专法的提案呢，至少分别哈，现在有本席以及立法委员林岱化等人提案这版本的内容，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天的共听会可以借重。我们的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看法，供本委员会未来审查偏乡教育专法时候的参考。首先我要介绍与会的专家学者以及委员啊。来，我按照签到的顺序来介绍哈。首先我要介绍国政会教育文化组高级助理研究员卢成伟，谢谢。怎么没有掌声？好，谢谢。好，远道而来哈，特别从台东兰屿兰岛国小来的我们的胡龙雄胡校长，他可能昨天就要出发了，谢谢胡校长哈。好，实践大学应用外文系陈超明陈教授，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云林县彰湖生态国民中小学校长陈清俊陈校长，好。TFT 为台湾而教协会的理事长刘安婷刘理事长，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秘书长刘清旭刘秘书长，国立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副教授陈张培伦，好，苗栗县全人实验中学副校长陈正干，好，陈副校长，好，谢谢。好，在现场的委员有非常关心偏乡教育的柯志恩柯委员，谢谢。我们今天的公听会进行的程序呢，首先哈会请教育部做简要的报告，那接着由学者专家依签到顺序发言，学者专家全部发言完毕后，由政府机关代表发言回应。我们的委员若要发言，请事先登记，由主席决定发言的时机。每人发言八分钟，在第七分钟结束时会按铃提醒。我们现在就请教育部我们的林腾蛟林常务次长哈来做发言啊，时间十分钟。好，谢谢。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感谢呢各位先进呢长期关心偏远地区学校的教育，今天承蒙贵委员会召开偏乡教育专法公听会，本人诚邀列席，自感荣幸。希冀呢未来偏乡专法之订定，能在确保各地区教育均衡发展，并改善偏乡教育在师资、行政和组织上所遭遇之各种问题，以因应偏乡地区学校的特殊性与需求。目前立法院黄国书等委员19人业已拟具偏乡教育条例草案计14条，另林岱化委员等17人亦提案拟具偏乡教育法草案计19条，显见诸多委员对于偏乡教育之重视。以下仅就本部现行针对偏乡教育政策之相关作为提出说明后，并就未来订定偏远地区教育相关法律提出三项基本原则之建议，敬请各位先进指正与支持。首先呢，在现行偏乡教育政策作为的部分，为了积极改善偏乡教育的环境，本部业于104年4月28日及10月2日，由本部国教署分别订定偏乡教育创新发展方案及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安定方案，函送各地方政府与相关单位配合办理。
其中偏乡教育创新发展方案系小规模试点方式办理，结合在地社区资源与人力，传承偏乡地区独有文化，创新偏远地区学校角色定位，促进偏远地区学校教育机会均等及永续经营发展。具体内容有四：一、实验教育教育创新。实验教育三法通过以后，实验教育展现多元的面貌，例如嘉义县阿里山乡峰山国小等五校推动免除课纲限制的学校形态混龄实验教育，宜兰县月明国小则成为全国首个由家长带领发起，希望将学校改为委托由私人办理之学校，云林县三峰国小及潮厝国小引进华德福人智哲学的教育理念等。二、数位融入虚实共学，例如推动数位学办，借由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将大学生带到偏远地区孩子的身旁，利用耳机、麦克风、网络摄影机、线上学习平台等资源，让大学生与国中小学童以定时定点集体方式进行一对一线上即时互动学习咨询。推动国际学办则媒合国内外籍的生以及本地生，以视讯方式提供生活化英语学习课程。目前呢，已在台东县东海国小等200多校来实施。三、资源媒合社群互联，如透过教育创新，群力汇聚募集平台，触发公众参与的群众智慧力量，并建立社会资源正向导入的创新促进机制，最后呢，达成偏向教育的永续发展。四、看见改变，典范分享，运用民间教育资源平台，以进行翻转教育或教学革新的学校为对象，并以教学现场中的感人教育或教学故事为主题，运用微电影影像真实记录这些学校和教育工作者努力的历程及成效。至于偏远地区学校教育安定方案，则系为解决偏乡离岛地区教师聘任问题，有效促进教师留任偏乡离岛地区学校，提供学童更稳定的学习环境，同时使教师能真正深入偏乡发挥所长，进而改善偏乡教育环境，缩短城乡教育落差。具体内容有六：一、偏乡教师宿舍环境改善。教育部呢，订定了补助偏远地区国民中小学改善宿舍作业要点，自今年起分3年完成偏远地区学校宿舍的环境改善，提高教师留任偏远地区学校的意愿。二、推动合理教师员额，自105学年度起，国民小学依县市意愿采外加代理教师方式推动合理教师员额，例如6班以下的小型国民小学呢，将由现行每班1.65位教师提升至每班2位教师，以有效解决偏乡小校人力不足及代课教师比例较高的一个问题。三、精进工会生培育制度及追踪机制，使工会生呢具备多或双专长，以因应了偏乡小校之需求，同时呢加强其在学期间之辅导，有效发展其服务偏乡之关键之能，强化其志趣及热忱。四、建立国中小教学访问教师的机制，发布105学年度教学访问教师示范计划，以补助交通费、住宿费方式，鼓励一般地区学校优秀正式教师呢至偏远地区学校进行教学访问，以促进教学交流。五、建制偏乡教育资源媒合平台，包含建制偏乡教育媒合平台及路乐偏乡部员偏乡教育群众协力募集平台，为偏乡地区学校募集所需志工人力。六、推动志工教学换宿，引进呢具专长的教学志工至偏乡地区学校服务，教学服务范围以补救教学、课后照顾、社团指导、艺能活动为主，如有正式课程则采协同教学方式办理。本年已有新北市立
清贤国中等五校试办。第二大部分建议的部分，审酌目前偏乡教育所面临之问题，常会于法规，以至于无法彻底解决。原此，本部未来除持续推动上阶二项方案，以改善偏乡教育环境外，本部呢经横酌偏乡教育现况及各项作为之可行性后，就未来也拟订定偏乡偏远地区教育相关法令时之基本原则，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各项政策如具全国性一致标准适用者，应以列入一般性法律，如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为主，其余如因位于偏远地区而有特别需求之项目，使列入立法内容。第二点，现行法规已明确规定可由全国各校弹性实施者，则不宜重复立法。第三点，偏远地区教育相关法律之订定，宜包含偏远地区定义、跨部会整合需求、中央及地方权责及人事法规松绑等。综上，本部为符合外界及诸多委员期待，课政委托相关团队研拟偏乡教育专法草案当中，预计呢本年六月下旬可以完成草案，建请市行政院版本提出后再并案审查，届时近期各位委员及各位先进会议指教。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教育部林长赐啊。接下来我们就请专家学者来按照登记的先后次序来发言啊。首先我们邀请国政会教育文化组高级助理研究员卢成伟来发言。都可以，两边都可以，就这边比较近，这边好了。我们的时间18分钟，好不好？8分钟。好。主席，在场的委员，还有专家学者，还有我们政府机关的代表，大家好，我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的卢成伟。那很高兴今天参加这个公听会。我看到我们现在提的两个草案，就是偏乡教育法跟偏乡教育条例草案，我们可以发现委员很用心。那这两个草案的重点不太一样。偏乡教育法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偏乡地区的终身教育，从幼儿到成人，甚至到老人，那涵盖了家庭、学校、社区，那还有包括了语言的传承啦，还有文化，还有职训这一类，还有社区，还有那个社区教育，还有人权。那另外我们在偏乡教育条例这边是把焦点聚焦在偏乡地区的国中还有国小，那条文内容都非常的具体，还有一些很重要的面向，像是偏乡的人才的回流，譬如说像师培大学里面必须要保留一些名额给偏乡地区的学生。另外还有偏乡师资的开源，这部分都是对偏乡很重要的。那我今天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呢，因为我们制定偏乡教育专法，其实是涉及到资源的再分配跟教育公平正义的落实，所以什么是偏乡地区？我们要把资源给哪些地方、哪些学校，就变得很关键了。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两项草案都有提到偏乡，共同像是经济啦、文化啦，或者是地理啦，或者是学生人数啦，这些条件比较不利的地区。那我们在偏乡的认定上面，在目前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是交由地方各自认定，依照地方的特性。但是目前地方呢，有部分它其实是沿用台湾省政府教育厅时期旧的名册，因为这涉及到地方资源的分配，所以变动上可能会比较有些困难，所以他们就沿用旧名册。但这个名册可能不合时宜，没有办法反映出真正需要帮助的地区。另外，由地方自行来定这个认定的规准呢，其实各地的差异都很大，那又会跟中央，像我们行政院有一个是各机关学校公教员工地域加级表，它里面的标准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资源到底是要给谁，需要帮助的人拿不拿到资源，这是一个问题。那同样是基于这个面向，有另外一个
问题是不三不四的问题。像是我的朋友在屏东这边进行教育的工作，那他就提到这个不三不四，这个对他们来说其实很困扰。那什么是不三不四呢？就是这些学校或是地区，它并不是我们传统对于偏乡地区的想象。它可能不是，它不是在山里，但它也没有那么靠近市区，但也不会距离太远。那它的交通可能也没有那么不方便，但是他们资源就是很缺乏。他们面临的问题其实跟偏乡学校的面临的问题一样，甚至是更严重。但是我们传统对于偏乡地区或是偏乡学校的这个定义并没有把他们包含在里面，导致他们面临的窘境是公务员的资本进不来，民间的资源也进不去，就没有人关注，就像孤儿一样。那这些学校的校长老师们其实他们都很努力的在找资源，但是都很辛苦。那所以在想说，我们在制定什么是偏乡地区的时候，我们的认定是不是应该有更大的思考？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也是很需要帮助的学校放进来？那这是我提供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是我们都知道偏乡的师资面临了很多问题，像是难聘，然后又难留下来，然后师资不足，员额编制不足，造成另外老师他还必须要兼任行政的工作，那兼任行政工作负担很重，就影响了教学，也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学生。另外还有就是这个控留的问题，因为少子化的危机，那学校都会希望有一些控留正式老师的这个员额。那虽然控留一个正式老师，他可以聘两位到四位的代理代课老师或兼任老师，但其实偏乡因为他条件的关系，原本就难聘这些老师了。所以就算控留，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提供偏乡更大更多的师资来源，但其实是找不到老师，因为代理代课老师他原本福利就没有那么好。那到偏乡这个资源不利地区，对他们来说，相评估之下就很难过来，那过来以后又很难留下来，所以其实这个控留的情况就加重了偏乡师资的困境。所以呢，我们的这两个草案里面其实都有提到怎么样吸引偏乡师资过来。像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在偏乡教育条例这个草案呢，是帮偏乡师资开源，有制定了很多不一样，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老师的来源。但是我在想说，除了我们可以创造更多老师的这个师资的来源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创造更多的诱因，包括制度上的或者是实际层面上，当然不能只有钱或者实际层面上，我们要更全方位来创造这些诱因，让希望老师过来以后能够尽量留下来久一点。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希望他一辈子都留在这，但是能够留下来久一点，提供孩子比较稳定的教学环境，让孩子可以稳定的成长，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那第三个建议是因为我们是研究单位，我们常常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每一个偏乡去看实际的情况，但是当我们要了解偏乡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统计资料或是资料库来大致掌握这个偏乡的状况跟问题。但是我发现我们在找这样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很不齐全。譬如说我想要了解偏乡的教师流动率，但是偏乡老师可能有正式老师，有代理代课老师，甚至有一般大学毕业生去兼任的老师，但是我们目前可以找到可能只有正式老师的那个申请借聘成功的这个比率来做参考，但是它并不是全貌。所以我是希望说，是不是我们中央这边或者是怎么样的分工，可以建立这个偏乡教育的基本资料库。那建议这个基本资料库呢，是帮助我们掌握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另外也可以预测未来的趋势，然后可以对症下药。但是呢，有可能成立这个资料库又会加重偏乡的这个行政负担，所以希望是不是因为像我们的条例草案跟法的这个草案里面都有提到说，是不是由中心学校来处理这个行政业务？那我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有更完整的配套，由中心学校来处理啦，或者是另外有行政团队来负责这个资料库的建制？那以上建议，谢谢。好，谢谢我们国政会教育文化组的高级助理研究员卢成伟卢博士。好，接下来我们邀请远道而来哈，最远距离的台东县兰屿乡狼岛国小哈，我们的胡龙雄胡校长，胡校长在第一线呢，我想他最清楚偏乡的学校的现场的状况哈。
主席、委员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早安。我是狼岛国小校长胡龙雄，我的雅美名字叫做 Shaman Wombrash。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长得体格健美，然后面容俊俏哈，一大早让大家笑一笑哈。那我昨天才刚从兰屿搭船到台东，是经过一番风浪哈，然后再搭夜班的火车，在半夜抵达台北哈。那我想会上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最主要也是想要把我在偏乡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各位委员提出哈，也请各位委员能够协助偏乡教育问题的一个解决哈。那本人非常荣幸能够出席这一次的一个偏乡教育法跟条例草案的一个公听会哈。那我本人毕业之后一直在偏乡服务，我所服务的地方就两个地方，一个是我出生的地方兰屿，另外一个就是台东最南端的安硕国小。那我毕业到现在服务已经满27年，那所以这27年来我一直在偏乡服务哈。那所以我深深知道教育是偏乡孩子翻转自己社会阶级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机会哈。那透过教育呢，偏乡的孩子可以进行阶级的流动，并且晋升到社会更好的一个位阶哈，成为更好的一个社会公民。那透过社会阶级流动，让社会更和谐，而不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哈。那所以在这一次上来，我就希望把偏乡的一些现况跟大家说明哈。那宪法、教育基本法跟国民教育法所接诸的教育机会均等，只让偏乡的孩子领到进入学校学习机会的一个门票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学习机会跟学习资源、环境设备跟教育支持系统而言，我们偏乡的孩子远远不如都会区的学生哈。那所以在受完国民义务9年的国民义务教育之后，在会考的成绩，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这9年国民义务教育对于偏乡的孩子跟都会区的孩子，他所造成的落差是多少。我们常常看到报纸的报道，在市区的某一所国中，一个班级他的5A++有多少位，但是在偏乡的学校国中，你找得到 B+的就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现况？同样是国民义务教育，那这9年的时间我们投入的资源是相等的吗？这个是我们要需要去思考的。如果我们投入的资源是相等的话，每一个孩子所受到的资源是相等的话，为什么我们的产出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造成偏乡的孩子在高中阶段他必须去念私立的高中高职，然后到了大学之后呢，他需要花更多的经费去半工半读才能够完成他大学的学业。那这个造成其实我们知道阶级的流动反而更不顺畅，那所以这个才是在偏乡教育里面我们所应该要去探讨的。那偏乡教育它不只是国民义务教育，它也包含了部落教育、民族教育、社区教育跟家庭教育，唯有整合这些教育，那我们的教育
才能够达到相乘的效果，发挥到它最好的一个效益。那本人在这27年的服务期间，在偏乡，那我发现到了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是人的问题，在我们的教学现场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校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教师。那以下就以我学校为例来跟大家做说明。目前我们学校总共有21位教职员，那目前有17位教师，但是呢，我目前的代理代课教师是8位。所以在各位所看到的一些报道里面，其实是真实呈现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状况。那这些代理代课教师，他有可能是具有教师证的师培系统所培育出来的这些流浪老师，也许是刚大学毕业的一些学生。那这些人，他对于教育也有热情，但是他的聘期只有一年而已，聘期只有一年。那有的时候也会因为个人想要考正式教师，所以呢他可能教书教到半个学期之后，他就不再继续了。这个造成我们在做学校行政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困扰。那所以在这个人的部分，偏乡我所看到的是正式教师少，然后呢代理代课教师多。那第二个就是正式教师流动率高。那去年我的老师就调动了5位，哦，也将近1/4。那第三个就是原住民籍的老师非常少。目前我们学校就校长跟一位老师和校工3个人是当地的族人。所以在人的部分，我所遇到的问题是这些。那其次是有关于经费的问题。那之前透过离岛建设条例，所有的离岛学校有充分的经费可以去应用，去改善学校的建筑跟学校的设备。但是目前离岛建设基金已经进到第4期，也要结束了。那所以相对的，离岛的学校要争取资源的时候，只好透过教育部跟县市政府。但是教育部的经费它需要地方的配合款，那往往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地方的一个配合款是不足，变成我们学校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些经费。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设备的问题。那我们的设备很容易因为高温高盐高湿而坏掉，那所以也需要非常多的经费去挹注。第四个部分就是有关于课程内容的部分，我们需要在地的一个课程问题。那所以在建议的部分，为了创造诱因，我想那个各机关学校公教人员地域加急的表的部分，我们目前兰屿是第2级，是每个月是7730，那金门是马祖是第4级，他们是9000多块。那我建议说，像偏远的兰屿是不是可以调整它的级数，吸引老师们到兰屿去服务。那第二个建议就是有关于偏乡师资的一个培育的部分，我建议政府这边能够进行计划式的培育，让所有的原住民族籍都能够有充分的老师可以去教书，然后让我们的学生有一个典范可以学习。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使用年限的部分，设备使用年限的部分，是不是在偏远地区能够不受限于中央的一个规范。那第四个建议就是有关于师资培育课程的部分，能不能够列入多元文化的一个教育课程内容，让我们的老师在进到偏乡的时候，他能够对于多元文化有
最基本的认识。好，以上的报告，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胡校长啊。好，接下来我们请实践大学应用外文系陈超敏陈教授，谢谢陈教授。我不再补充介绍，我们中国文化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王等源，王副教授啊，还有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周教授，好，还有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系詹志宇詹教授，好，非常感谢，好，好，谢谢，我们请陈教授，谢谢。好，主席，还有各位专家学者，还有各位政府官员，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哈，对于平常教育法的这种这草案的提出，或者征集的公听会，我想我真的要感谢联合报愿景工程，从去年开始不断的在报道偏乡教育，然后呢，在王国书委员、还有柯志恩委员、还有林大伟委员三位委员的全力支持之下，我们把詹教授努力了快十年的这种努力呢，我们把它化成一个具体的方案。那针对这个有关于刚刚几位所提到的，于是校长所提到一些问题，我们过去呢也在这个法案里面呢参与怎么样解决偏乡有关于人事经费资源，还有甚至于它的定位的问题。那首先我想针对今天呢就有两个发言，第一个发言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定一个专法来做这件事情哈。那我想过去在教育部这个报告里面认为有些相关的法令，教育部过去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未来也会持续推动。可是我们发觉教育部在做这个法令的时候，事实上很多是受于法规的限制，甚至于提到很多的偏乡的创新方案，而且偏乡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权宜性的措施，这也是我们过去在几年在偏乡地区，我在七个县市里面跑的，发觉说教育部的这种法案措施都是属于竞争型的计划。那每次很多的学校校刚刚来于校长也提到说，也不晓得下一期有没有，所以为什么不把这个东西法制化？既然已经在做了。包括所谓的一些人事的一些那个师资的一些员额的问题，是不是能够更加的法制化？那教育部提到第二点，提到说哦，有说如果有现行法规有可以弹性实施者，不宜重复立法。那我是很反对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只要弹性，就没有人会弹性，因为大部分都没人会弹性。因为如果是说啊，你弹性吧，那个所有的地方政府都说，请教育部给我个方案，我再来做决定好了。所以弹性的意思就是没有弹性。公务人员的，我们都知道，教育行政人员通常不会弹性的，通常会做什么？依照所有的规矩，知道统一的标准来做。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在基本的法律上的限制的话，应该把第二条，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专法的最重要的原因了。那我想这次的专法呢，那个主要的大概是针对几点哈，这是我们第二章刚说人事的问题、经费的问题，还有所谓的资源分配的问题，还有包括学习平常教育的学习，事实上跟一般的学习可能不太一样。都会地区的很多的教育的学习跟教学都是由学校跟校外的家长跟社区的资源系统所形成，可是平常地区它的学习系统事实上几乎都在整在学校，事实上它的校外跟家庭的资源系统是非常非常的弱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学校的偏乡地区学校的定位，它的多元化，它的重要性，把它凸显出来，跟都会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需要在不管是教育资源或者教育研究方面，在教学方面需要着力的一个点。那有关人事部分的话，师资，我想这是我们在第一点提到所谓的人事部分的话，这个人事的部分当然包括所谓的师资和教职一些行政人员的一些分配哦。那我是认为说，像现在我们的不管是代理代课老师，或者是所谓的正式师资，那大家都说正式师资是流动性非常快，因为很多人是暂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法案里面也跟黄国书委请教或其他委员请教过，必须要能够订定所谓的偏乡教育证，就是这些以老师呢，偏乡教育老师是在地化为主，而不要让它产生流动性。当然这些方面有些技术性的问题跟法规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能透过专法来把它做一个解决，也希望教育部能够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一些指教，能够在实务上面怎么样把偏乡教育证落实，让教师所谓的在地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有关于行政人员呢，我想行政人员过去教育部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啊，是不是用所谓的contract 所谓的合约式的聘雇式的概念来做，会不会造成偏乡地区又造成所谓的流浪行政人员？
哦，我觉得这个是肯定要考虑。所以怎么样让所谓的共聘制度，甚至于偏乡的学校要不要这么多主任跟组长由老师来兼任，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用共同性的面？那我们这个法案，那个林黛华这个委员这个法案呢，我们是参考日本的偏乡教育法来定的哦。他们用所谓的弹性式的所谓的正式的行政人员来做解决所谓的教师的行政人员，我想各位可以参考。我想最后一个所谓校长任期制的问题，因为很多偏乡教，很多我看到很多偏乡教啊，他们都愿意，像我刚刚南艺校长已经待那么久了，可是我们很多的校长是在一直在轮调哦。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校长老师能够在地化，能够把这件事情落实，然后能够他们在偏乡的服务能够得到肯定，我想是很重要。第二个是有关于经费的分配的问题，我们每次靠着教育部如果一定很多的办法规定之后，要地方政府去执施，可是地方政府就讲一句话，我没有钱。所以怎么样在中央政府跟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职责跟所谓的经费上的分配问题，我们把它法制化，让我们一些学校老那个校长，各地方的偏乡的中小学校长，不要一天到晚为了争取经费在写报告、写评鉴，在做这些事情。我想这是应该很做，甚至于要争取校外的资源。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会很多很多的行政上的压力，甚至很多的经费上是不能够持续的。我想这是我们肯定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央地方如果在办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经费的资源的分配应该法制化，让所有小学都有永续经营的概念，而不是今年有，明年可能就没有哦，或是换一个部长，或是换一个行政官员，可能我们就开始什么产生一些惊慌跟恐慌的地步。这是第二个，我想在经费上的中央职权跟地方职权肯定要分，从经费上的概念来做。这个是所谓的学习跟学习的资源上的方式啊。我想很多的偏乡教育的教学方式，我想很多校长跟老师啊，可能会到时候等一下可能提到说，我们可能的整个教学的方式，可能所谓的一些行政运作方式，可能跟一般的刚刚校长所提到的，像我们说所谓多元化教育、民族教育啊各方面的问题呢，偏乡学校呢，它本身的定位可能是多元式的，所以我们在法规上面的，不管是从第二条到第十六条，都对于偏乡学校的定位给予一些重新的肯定，甚至他负担的教育跟社会跟文化跟社区的责任可能很重要，包括我们最近才提到的，像很多的偏乡地区的小校要被废校，那这个小校废校呢，是不是从成本跟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还是从一个比较所谓的资源分配甚至社区的功能来分配这个问题？所以小校的废除呢，或者人数不是不是用只有经费的问题来做？因为很多校长大概很多教务处大概是用所谓的行政人员的分配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把所谓的小校的组织规模做一个比较弹性的调整，那小校它的社区功能可能会被强调。所以我们在法规的第十六条呢，还有第二条里面呢，都把小偏乡地区的小校的一些废除呢，从实验学校的观念呢来。怎么样来做一个比较正确，是比较有效的一些使用？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除了我们希望，除了说偏乡教育的师资人会比较属于基本的行政问题之外，我们也把希望能够把偏乡教育的偏乡小学校的它的社会定位跟教育定位跟学习定位跟文化性的定位呢做一些厘清。事实上，它可以扮演的是社区更重要的一个角色。如果我们把一个学校废掉的话，可能那个社区可能就开始渐渐的没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不在教育法里面或是在专法里面做的话，很多现实的因为经济上的考量或因为一些行政上的考量，就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实施。我想在这个地方，我想在这个地方最后面的有几点呢，有大概是我们可能要专法，我们是势在必行。第二个是我们对于偏乡的一些从人事资源跟经费的问题，我想教育部能够参考王国书委员跟林大委员所提的这两个版本，然后把它纳入进去呢，是有些所谓的弹性是在条例里面或是一些所谓的执行办法里面去做这些弹性的处理，但是呢，在中央跟地方的经费跟职责的划分呢，我想应该非常的清楚，让地方政府呢能够有更具体的方式可以执行。谢谢。谢谢，感谢陈教授。好，接下来我们请云林县彰湖生态国民中小学校长陈清俊陈校长。主席哈，各位委员以及各位与会的来宾哈，大家早安。我其实，在偏乡待了很久，
其实每一年都非常的痛苦哈，这种苦有苦难言的事情，坦白讲哈，每一年都遇到。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哈？你包含那个不管是中央或地方财政的一个现况，其实让很多偏远地区的一个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其实都不容易待了很久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很乐见说我们有一个偏乡教育专法这样的一个定哈。所以在这边先谢谢所有的委员与会来宾的共同努力哈。好，那我就辞职进入到我这边几个建议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于偏乡这样的一个定义里面，我有一个提醒哈，就是我第一个要重新再界定。那在界定的范畴里面，不能只考量他学校所在的位置。譬如说以一个国中来讲，他可能他涵盖的一个学区啊，有很多小学，他可能光通勤就要三四个小时这样的状况。比如说以梅山国中来讲，他的学校涵盖到峰山、仁和、太和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偏乡的师资认定，我认为必须重新再去界定哈，因为这是不只是教育部的问题，还是内政部还有其他的一个部会，我们必须重新再做一个界定哈。这是第一个哈。第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偏乡里面所指的学校的团体哈，我觉得应该再更广泛一点。如果是公办民营，或者是政府委托他在那边为偏乡服务的私人心血，我觉得那个范畴是不是可以那个实施的对象可不可以再更宽放宽一点哈？要不然很多的学校，你把它认为它只是一个一般的一个普通的学校，那。我们有一些很多私人心血的学校，这是为了偏乡而去的那种理念，可是在那边他得不到资源，他得不到的关照，其实这会有苦哈，更难说得出来哈。所以第二个部分我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建议。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应该以在这个法条的定定里面哈，我觉得专法有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所谓的地方自治法里面，我们想要把它突破的过程里面哈。应该站在一个国土规划的一个立场来看，不能只限缩在一个学校的一个系统，因为我们常常在谈经济的时候，都只把它限在一个学校的系统。可是以一个孩子来讲，他享受的交通，他享受的社福，他享受的医疗，他享受什么这样的状况，其实应该让他扩大到围墙以外的一个整个社区事务。所以，包含他的主管单位，我认为不应该只有教育部，应该还包含其他的，比如农委会。比如农村再生条例，它应该也要进入到所谓的社区教育，协助学校在做社区教育这个部分哈。这也是我另外一个建议。再来就是说，我们常常很多的一个实质上的一个考量，就是说，我们中央定一个地方权责机关可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但实际上，就我们这几年的理解，地方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窘境哈。所以你光一个要推动一个所谓的偏远地区那个教师提高到 2.0 这样的一个编制，其实坦白讲地方财政就非常困难。所以我在这边认为，就是说把地方跟中央的一个权责好，再把它厘清楚一点好。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该由中央这边专款补助，就专款补助，好，不要再增加地方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窘境了好。这是另外一个建议。那另外就是说针对教师这个部分好，我觉得有个概念要出来，就是说偏乡缺少的是一个好老师，但是这好老师不一定是正式老师，好，他应该把它包含正式跟非正式。所以在这边有几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哈，针对一个正式老师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支持辅导系统，也就是说，这些老师我们一毕业就把他放在那边，可是他实际上他要回来进修或回来做什么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困难。比如说以台中市的平等国小来讲，他光一趟路下来就要多久的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那个偏乡的支持辅导体系，我觉得必须要重新再建立，包含代理老师也是重新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支持啊，不然一个代理老师放在那边，如果你没有任何一个支持辅导体系在后面，好，师培机构在后面，他其实很容易两三年就想要离开，好，这个是我的一个支持辅导体系的一个建立。第二个就是说。在现有我知道有一个教师，有些老师还是想要到偏远地区做服务啦。那如果要让优秀老师到那边服务的话，每个县市的一个状况不太清楚哈，所以应该在界聘办法里面，这边其实这个教育部就可以自己修订了，应该有一个优先选择权，
好，我们志愿老师到偏远地区服务，不是只在福利或者是在所谓的那个那个津贴上去补助，甚至在那个调动的办法里面，我觉得都看在细则里面，可以慢慢直接把它定出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到男女去服务，我其实进不去的，我进不去的。好，那为什么进不去？因为太多的那个原有管控，太多的那个所谓的先后的那个调动的顺序，其实让我们老师无法进去。那很多的访问教师，像这种教育部要推的访问教师，这个东西是权利的部分而已。那有一天如果教育部如果不再做了，好，那是不是访问教师就进不去了？好，这个东西其实应该让它法制化哈。那包含学校老师愿意调动的时候哈，那个应该要予以支持哈。像跨县市要调动，其实就很困难，好，就很困难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教师的调动的部分要在那个明显一点哈，再能够优先一点哈。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说偏乡教育里面的教师员额其实坦白讲是不够的哈。那这不够的情况是在什么地方最明显？在国中端最明显。比如说以一个三班的一个国中编制，或者是一个六班的国中编制，那个分科的情况之下，你要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整个教学品质的提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三班或六班的国中，如果针对他那个教师员的编制，如果再不提高的话，我觉得会有真的会在自爱难行的一个状况，非常的明显。那比如说以我学校是六班的国中，可是你知道吗？光那个分科，光老师的第二专长，光第三专长，我再包含他要兼行政，就已经完全饱和，没办法去动弹。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未来在台湾有很多这样的偏乡国中、偏乡国小，其实在那个原则上应该让他法制化。那我们可以每三年再修订一次，哈，好，再来就是我觉得就学生的部分，哈，我觉得有个部分，我们前礼拜天我还在跟严长寿总裁在谈那个偏乡的一个问题，因为交通我们补助他交通，可是有些学生他必须要住宿的时候，尤其像我学校住了将近100个学生在里面，有些弱势家庭过来，可是不能只有管，因为教育部的法令里面说。不管你学生数再多，都只有2个宿舍辅导员，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不能只有管这个事情，应该还要有教的系统在里面。因为偏乡的孩子来讲，他的社会支持度不够，所以应该在这样的一个住宿的一个条件里面，把它运作成一个所谓的教辅管这三个体系出来的话，我觉得那个对于那个偏乡的孩子，对于学校担任起部分那个家庭功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的一个学习好来讲，或者是学历的提升才会更好哈。好，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那个行政减量哈，我觉得未来一定要做到好，要不然其实坦白讲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因为这个部分再不做的话，我就压垮那个偏乡老师愿意待在那边的一个激励哈，坦白讲会越来越低哈。好，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陈校长。好，接下来我们请 TFT 为台湾而教协会理事长刘安婷，刘理事长，谢谢。谢谢。委员，各位贵宾，各位前辈老师，教育部的前辈，大家好。今天我是晚辈中的晚辈哦。那其实在座的从詹老师、陈老师、陈校长、胡校长、周老师，每一位都是我其实这三年来在偏乡教育学习的对象，我所知道的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所以其实我应该把多一点发言时间留给他们。那我们 TFT 是一个这三年来都在为偏乡找师资的一个机构。那我们的老师其实有这个很多是所谓的流浪老师，也有很多是跨领域的人才都有。那所以我想关于法治的一个专业，我可能绝对没有在座的前辈多。那我只能就我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相信前辈们比我更清楚的问题，我做一点点的一个补充这样子。那我们其实每一年，尤其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
我的手机，我的 LINE 就像是全省的校长热线一样，我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怎么流出去的，但是找不到老师的学校非常非常的多，每一天手机都会接 LINE 接电话，接到没电还要充好几次，每一次接电话我都很心痛。每一个认真的校长，其实会打电话来的一定都是认真的校长，想要为学校找到最重要的资源，就是老师。安婷立够有老师不向路会塞老师不老师的都赢，或者是说我常常参加教育部或者是民间举办的一些偏乡创新的一些专案的类似博览会，每一次博览会结束之后，也常常会有各个专案的人把我围住，说我们这个专案很棒，很有效果，可是我们每一个地方最缺少的就是执行的人，再好的解方，再好的方式，没有人都没有办法去实现出来。所以其实 TFT 在做的事情，我一直认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力中介公司，要找人就跟刚刚每一位前辈说的一样，我们要找到好的人，而且让他教得好，而且最好可以留得下来。这三个功课，找得来，教得好，留得住，该怎么做，我想就是我们最关心的议题。那招得来就呼应刚刚陈校长说的，我们不是只是要找人，我们要找的是好的人才。那这个就换句话说，不是只是一个平台的问题而已，不是只是一个中介的问题而已，怎么样去定义好的一个老师，让好的老师他的一个标准可以更明确化。很多偏乡的校长有跟我反映过，说有的很多在偏乡现场很重要的特质，是我们现行的筛选机制可能筛选不出来的，很多包括他的抗压性，他的同理心，他的沟通能力，他的一个在现场的使命感。那这一些好的人才我们该怎么找得来，像校长说的，或许是一个优先的一个选择权，也或许是说我们整个筛选机制有一些可以调整的地方。但是我很希望说，我们在偏乡缺人这个议题上面，不是只是看到一个中介的问题，看到的是这些孩子他面对的挑战额外的多，换句话说，这些老师的任务格外的艰巨，他需要有额外的很多的一个重要特质跟能力。那这些能力跟特质怎么样被筛选出来，让他可以被吸引来这些需要他发挥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找得来的，我补充一点点的一个观察。第二个教的好的部分，也呼应刚胡校长说的，其实偏向师资，他们很多时候不是只是我们传统的，可能需要他把各个科目教好，或是班级经营好而已，他需要很多额外的一个能力，才能够真的让孩子透过教育有翻身的一个机会。所以包括刚刚说的多元文化也好，或者是这一期是六月号的这个经济学人 Economist 的封面文章，就在提怎么样去训练出更有效能的一个老师。他提到说，其实老师有三个层次，从他的动机面到他第二层的一个包括管理时间、目标管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领导能力，到第三层才是他教学技术的一个持续的深化。那目前的一个培训，其实让我们很多即使是受过师培的老师会反映说，他过去在师培所受到的一个得到的武器是完全不足以让他在现场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所以从培训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到现场的老师他所接收到的一个培训装备是真的是准确而且充足，让他在现场去发挥的。那 TFT 这边其实我们光是筛选老师，刚刚提到我们要找得来，我们的每一年帮偏乡找老师，我们甚至觉得他的标准应该比一般的老师更高，因为他的任务更艰巨，所以我们的录取率都不到10%，不到10%进来还要接受2年超过500个小时针对偏乡教育的一个训练，甚至连这样子有的时候都会很不足。那我认为其实在偏乡现场很多的挑战不是只有我知道，每一位前辈都比我更清楚怎么样让他可以更完整的帮助老师可以成功，这是第二个功课。第三个留得住的功课，其实前辈们也都提到了，我只做一点点的补充。除了我们年轻老师常常碰到最基本的，他很想要在偏乡教书，我们很多的老师甚至我们有部落学校、不山不市学校、海边的学校、农村的学校、山边学校都有。那老师有的时候，比方部落学校的老师说，他做到有一天部落的人跟他说，我都忘记你是汉人了，就是他很努力的做到，其实整个社区的认同是非常高的。那可是他快30岁了，家人担心他无法安身立命，很多基本的条件没有办法让一个这样教得好、愿意做的老师留得下来。我认为这是应该最基本上体质可以改善的地方。那除了安身立命之外，刚刚陈校长也提到支持辅导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 TFT 其实花最多的这个时间在支持的部分，因为老师在现场心情上面、专业上面都是很需要支持的。当然还有资源上面，心情、专业资源怎么样让老师在打这一场
场不容易的仗的时候，他是后继有援的，那他是能够被支持走更远的。那这个支持辅导系统不是反而造成老师的行政负担，而真的能够是站在老师的背后，让他可以有更多的力气做事情。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聘用端，刚刚讲到有些校长会常常提到说，其实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愿意教、愿意留下来的老师，但是在聘用端的很多的限制，会让他们没有办法留住这样的一个好老师。所以在聘用端，我相信法规里面也有提到一些提案。我不是专家，但是怎么样真的能够有个机制跟弹性，让这样的老师留得下来？以上是我一些些的补充。所以招得来、教得好、留得住，我认为是我观察到偏乡现场很需要去思考的一些人方面的议题。那我们都知道，任何的研究都会显示偏乡教育或任何的教育，人的投资、教师的品质的提升是远大于任何其他的投资的。所以我觉得在说问题里面，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来学习，也希望能够重视偏乡人的资源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谢谢。好，谢谢刘安婷刘理事长。好，接下来我们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秘书长刘清旭刘秘书长。主席以及我们立法院的各位委员，还有今天在座的教育部代表以及各界哈。除了让各位脖子能够左右平衡以外，其实我想要凸显的是哪里是偏乡，是看你站在哪里。那谁强谁弱，是看你对这个社会的价值系统跟评价系统到底是谁在定的。如果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我们都认为我们是要顺着这一个现有的游戏来加强，那你最后恐怕都会徒劳无功。因为你一开始的设定可能就是会考，可能就是一些考试的一些很硬性的规定。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在谈偏乡的时候，比经费、师资、课程、行政、教育四大要素还要重要的议题。那我们必须要先去思考这个。第二，我觉得我们要思考的是，过去为什么我们的中央跟地方在很多的这一个四大面向上面没有办法群策群力，让每一个地区的孩子得到学习上的满足，到底是中央过度管控，还是中央管不到？到底是国民教育，还是县民教育，还是它本来就不必分？那如果不必分，明明就人事跟课程都由中央来定，可是我们在实施、在推展、在管理的时候，又非得在地方制度法里面去把它切得非常的细，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先要思考。那终究我们必须透过全人教育跟满足学生的主体的需求的坚持，透过我刚刚讲的四个，我很愿意不厌其烦的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有课程的解构跟开发，我们必须有经费的质跟量的同时的提升，我们必须有师资不再单打独斗，它必须是团队运作的精神，我们必须有行政减量跟简便的一个措施，让这四个能够发挥作用。所以我对偏乡教育专法，我除了支持以外，我也认为应该从我一开始讲的哲学跟这四个面向应该订专章的逻辑来设计这个法，我觉得会比较精确的可以达到偏乡的需求。那么最后一个才是，如果我们这个法的架构能够在哲学跟四个面向上都能够有它的规范跟安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控案。我们在十年前就推动，我们从来就不是以学校或家庭来教育一个孩子，我们是用整个社区的精神来带大每个孩子。我们在原住民部落里面，其实这样的精神是最美好的，它是用整个部落整个社区来带大孩子。
所以在这个法里面，我们看到几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非常成功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跨业别、跨部门、总体的专家来建立一个常态性的会议。我觉得不论是在今天我界定它是法的草案，或者是条例的草案，这个部分的精神是对的哈。它必须跳脱教育，因为教育最终还是要解决学生跟社区的生活跟生计，它总体的面向。在九二一重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要留下学生，留下住民，他的经济发展，他的生活的需求都必须要被满足，最终学生才会留下来，而不是学生在这里数学跟中文学得特别的好他就会留下来，不会是这样的，他一定是一个总体的面向。那么我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偏乡应该在原住民地区的部分应该还是要以原住民教育法为优先，因为原住民教育法的它的特殊性跟它的不可取代性，它恐怕比偏乡还要来得更准确，所以不太适合把原住民的地区包在偏乡直接就去思考。当然这个资源的配置上不能因为有偏乡然后你排除了他，又反而原住民地区没有拿到这个资源，那这个当然是错字了哈。我只是提醒，那大院在上个月刚通过国民教育法对主计人士的一个解构，但是今天同时又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横平的思考，就是弹性跟专业度之间怎么去平衡，我请那个委员能够多参照。再来就是教育经费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法很容易被界定为那你就是要钱，你要很多的钱，可是就我们长期对教育的理解，特别是对教育经费的研究，台湾的教育经费其实是限定在一个有效赋税率的一个太低的状况之下，它先天就不良，结果你不断的去提高它的百分比，结果你造成了它的排挤，然后接着我们又在这个地方，我们把现有的经费没有从效能去思考，我们不断的用现有的人事跟设备，然后用这个规则再去加，再去加，其实它还是需要解构才对，而不是不断的加，因为你这样会造成一个新的排挤。我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提醒了哈。那接着我对法的部分，因为我有书面，我就再提两个。第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法里面有一个幼儿的专条，可是现在我看到的幼儿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国小的偏乡小校拼命的去保留，这个是无比的正确，可是我们却对偏乡的幼儿园每天都用30个人算满了以后才配给他人力或怎样，他连一个班或一个学校或基本的需求都没有满足，更遑论一个学校它有各种的人事设备。所以我觉得偏乡的幼儿，如果我们还是用数字的管控，那就显得我们从最早介入教育的系统一开始在偏乡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这个比国小还要严重。那另外就是偏乡的教师证的设置，我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各位，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都希望，难道我们都希望年轻人到偏乡以后，然后他需要成家立业就离开偏乡，所以偏乡就是一个燃烧青春的地方吗？显然不是嘛。但是我们希望他留下来的时候，我们又担心他不进步，品质下降，那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矛盾的。那你用认证了以后，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最后还是建议，凡是有关人员的设置，应该从人的角度，这个工作者的角度去思考。任何在国民教育阶段，学生的身心还没有完全发育完成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稳定的人际关系，所以你应该给这个工作者稳定的工作条件，而不随意的用契约或聘用的方式来聘用。谢谢。好，谢谢谢谢刘秘书长。好，接下来请第几？第七个。好。
好，请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副教授陈章培伦。主席、各位委员、各机关以及各界代表，大家好。那么本人很荣幸今天能够受邀参加这场公听会。那么首先，身为一位偏乡血统的家长那么非常感谢社会各界以及各部会，尤其是教育部对于偏乡教育议题的关注。当然，对于大院诸位委员，那么主动提出那么两份这个专法的这个草案将偏乡教育工作从政策计划提升为具有坚实法源依据基础的这个教育大业，那么本人也自感敬佩。那么保障偏乡获得足够适当的教育资源，包括人力以及经费，以及针对偏乡特性在制度上面，尤其是学校制度上面予以差异化设计，可以这么说，大概是目前处理偏乡教育的核心议题。那么现有的两个专法草案的版本大致上都能够触及这两个面向，方向上大致正确，但是在实际的制度设计上面那么我有以下三个面向，那么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建议。第一点，那么由我以前从我以前在政府单位工作的经验来看的话呢，那么这部专法那么地方政府的落实程度到底能够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其实是值得我们要关注的那么因为就我来看，偏乡教育问题的解决，有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中央有没有提供子弹，就是经费或者是制度上有没有弹性空间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有心没有心的问题以现在最棘手的财并校问题来看，明明透过现有的一些实验教育管道，尤其像是以混龄教学来实践某些教育理念，有可能可以减轻学校营运成本的负担，而不必非得走向废校意图，但是还是有些地方政府完全不考虑这个可能性直接就以最懒惰的人数标准来去决定学校的存废那么在现有的两个版本的草案当中，虽然已经在经费面以及法规面为地方政府那么提出很多解决问题的一些依据，很多资源很多支持但仍不能够排除若干地方政府不会善用专法的美意为地方社区去解决问题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的具体建议是，在专法里头适当的这个条款应该对于地方政府可以更为严格明确的这个责任的规定比如说要明文规定如果没有走完这个偏乡教育专法所提供的各种可能管道之前，地方政府不能够禁止做出财并校的决定这一点或许比如说在林代化委员的林版第八条，或者是黄国树委员的黄版的第六条，那个地方可以稍微琢磨一下那 我第二个关注的面向是偏乡教育与实验教育之间的关系由目前两个版本的内容来看那么似乎都想要运用实验教育为偏乡教育偏乡学校的组织人事编班课程等等事项的调整另寻依据那么以适应于偏乡人口或地区特性去营运他们的校务同时也可以避免在现行无分地域的一致化标准之下动辄裁并校而影响那么学生的受教前育以及影响地方的这个发展。不过我必须要指出的是，依照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各县市每个教育阶段能够实施实验教育的校数是固定的或者5%就算另行报经教育部同意也不能够超过10%大家想想看，花东两个县市几乎都是偏乡我们只定个最高10%的话呢，到底有几个学校能够透过实验教育去结合这个偏乡教育专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可能也要一并思考，这个实验三法里面是否也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当然在林版里面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在黄国树委员的版本里面倒是有特别提到说，如果是适应于偏乡教育法的学校的话呢，可以免受到这个实验教育里头的相关的这个实验教育的这个相关条例里面的这个相关规定那么，不过我必须要指出的是
两份草案哈，虽然都想要借助实验教育管道处理偏乡学校的这个存废问题哈，那么这么做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有它一定的这个可行性了哈，但我必须说这个只是一种便宜之计而非正途哈。毕竟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什么是实验教育哈，所谓的实验教育是基于特定的教育理念，然后调整学校制度去实现这个教育理念。好，没有错，今天部分的偏乡学校可以透过实验教育这个管道去顺带解决它的废校危机。比如说若干原住民族部落所在地的国小，它可以借由实验教育摸索出一套兼重一般教育和民族教育的原住民族教育模式。同时也可能可以因此而避免被地方政府列入采并校对象。但是对于多数的偏乡学校而言，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在组织人事编班上面获得弹性空间，以免地方政府在计算营运成本的时候被牺牲掉。但是这些所谓的组织人事编班，这些事项的调整，它只是一种行政措施，它并不是基于特定的这个教育理念。所以没有必要全数都以这个实验教育的这个名义去解决偏乡学校所面临的问题。那我的具体建议是，或许可以在专法当中就明定双轨制，当然部分学校想要走这个实验教育这条路，我们当然还是鼓励。但是如果一些偏乡学校他只是想要就行政措施层面取得弹性空间，其实不一定要走这个实验教育的这个管道。我们只要在专法当中明确规范偏乡学校在组织人事编班等事项上面另立一套标准即可。那么最后一个面向我必须要指出来，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部专法，它到底跟原住民族教育政策跟原住民族教育法它之间的这个竞合问题。那么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偏乡和原乡其实是高度重叠的，当然透过那个偏乡教育专法，我们可以导入这个更多的资源，促进偏乡民众的教育机会均等。与此同时，原乡部落的族人当然也可以同时受惠。但我留意到的是，这一部专法对于原住民族教育的可能影响，我相信在多数部落族人的想法当中，总是希望下一代既能够传承民族语言文化，也就是民族教育课程，学到民族教育课程，又能够学习到现代知识，也就是一般教育课程。即使是一般学科，如果能够因应各族文化差异，采取文化回应式的教学，这个也不错。事实上面，在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早就有相关规定了。不过讲句坦白话，各个地方政府它所实践的这个成效，落差非常的大。或许钟嘉宾委员，出生的这个屏东，大概算是里面的模范生。可是里面有一些县市，其实我不敢恭维的。OK。那么其实最近在屏东地摩尔国小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校运用屏东县原住民族课程发展中心编纂的台湾族本位数学以及这个国语教科书进行教学工作。那么由于新编的教科书的选材，它是取材于学生所熟悉的部落文化、部落生活，那学生学习的兴趣就大为提升。那我们这样的原住民学生，一方面学到了传统文化，另外一方面也学到了现代学科的知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检视现有的两部专法的草案，我必须说，那么目前看不太出来，两部专法它所能够为偏乡甚至原乡多新增的教育资源，是否能够被导引到前面我所的这个比较理想的原住民教育模式，还是说它只是强化了一般教育的资源，终究还是让原住民族处于被同化的这个担忧当中。那我的具体建议是，最后我的具体建议是，为了避免那么偏乡专法那么引进更多的资源，可是却导致更严重的同化主义的这个疑虑，那么我会认为必须要在专法当中明确的规定资源的导入比如说如果资源导入到偏乡的原住民族重点学校的时候呢，学校有义务应该进行更为适切的文化回应教学设计。OK， 免得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一些学校他不主动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或者就在我们这个专法研议过程当中，同步对于原住民族教育法进行修订工作，强化它的执行力道。那么以上是我的拙见，那么敬请各位委员，那么各位朋友参考，谢谢。哇，谢谢，好，谢谢陈章副教授，谢谢。好，好，接下来请苗栗县全人实验中学副校长陈正干陈副校长。好，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贵宾，好，那个其实很谢谢大家来这个会，那我也很荣幸哈。我自己在2005年的时候，我是
苏志芬委员在云林县长的时候的机要秘书哈，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负责云林县小型学校转型优质计划哈，我是策划人。那待会有机会可能跟大家再分享一下那个当时的做法哈。那后来我也跟在座的詹志宇教授哈，还有郑同僚教授，我们做了教育部的一个委托案哈，就是小校再生的研究。那这一个研究计划，针对了524个学校哈进行做问卷哈，这是回收哈。那25个县市的教育局、32所校长主任的焦点座谈，然后12所学校的深度访谈哈。每一所学校我们都去至少一天甚至到三天的哈去做深度访谈。那这个研究计划其实出来之后，其实它大概对于整个台湾的偏远地区教育的问题，其实做了应该是我自己一直在注意这个议题哈，一直到现在可能是最有系统而且最深最广的。这里面的研究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哈。那韩国其实日本尤其是日本哈，当时当然也面临到非常大的裁兵校的压力，可是当时民间哈，还有包括教育工作者，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小校不宜裁兵哈，小校其实它有它不可替代的角色跟任务，那他们甚至把小校定位成教育的先驱地哈。那我用三个角度来看待今天这个议题哈，第一个是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从国土规划的这个制高点哈去看待这个整个小校的问题哈。那第二个是学习权的问题，偏乡教育的学习权的问题。那第三个是教育，刚才讲教育先驱地的问题哈。那我先大概简单的讲几个哈。我觉得第一个从国土规划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偏乡学校不只是偏乡学生学习的场域哈，它还是偏乡地区的社区文化。甚至它有扮演着，如果你整个发展的得当的话，其实你甚至刺激这个偏乡地区的产业哈，产业创新哈。像以那个青春校长哈，他当年云林县政府当时由县政府之力去跟企业媒合去采就是契作这个契那个农作哈，可是他一个人就帮了一个果农哈，卖了30,000斤的水果这样哈。而只是一年，而且每年其实都有新的东西出来。那包括其实现在整个云林地区，如果你去看这些转型有成的偏远学校，他们其实每年那个光这些特色课程、溪流课程、这个咖啡课程、萤火虫这个生态课程，其实它是成千上万的人哈，这个不夸张哈，成千上万的人其实进入到这个地方哈。那我觉得。所以从国土规划的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要从一个制高点去看，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小校其实不宜清废哈。如果真的万不得已哈，真的万不得已，我觉得也必须要全面的用缩减编制来取代传统的裁并校。好，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我觉得偏乡学校哈，它事实上它的整个学习落差的问题哈。不在于我们常常在讲，就是说文化刺激不足，或者是家庭功能不彰，其实这个是假议题哈。它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偏乡学校没有发展出他自己的主体价值的教育。刚才其实那个教授提到的哈，那个陈昌教授提到的，我觉得那个地模这个例子就很明显。当他做在地的素材选题之后，其实小孩子本身的学习，因为跟他自己的生活周遭的东西马上连结。连结之后，其实他在整个学习效益的部分其实会提升，而且他的自我价值提升，他的自信提升了。好，我看到非常多偏乡学校，其实当他面临裁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老师学校整个是缩起来的，不敢告诉人家他是哪个学校。可是开始去做转型，去做特色发展，去做学校课本位课程的时候，他很快的那个整个自我价值跟荣耀感马上就出来。那小孩子其实是很明显的，小孩子从甚至有那小孩子4年没有说过一句话的人，其实在整个转型的课程里面整个活起来，不到半年就在鬼吼鬼叫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偏乡学习的内容的问题不在于刚才讲的文化刺激，而是没有主体价值观。那我觉得要怎么做呢？我觉得应该要全面的去活化教师的教学方式，包括发展主体价值的偏乡教育的这个教育主体哈，教育的主体。那我觉得全面活化这个，刚才清绪有提到哈，就是说你今天其实你在你如果原来的思维
所有这些老师，你增加再多的资源，思维不改变，其实它还是一样。所以你今天其实是应该要把这个体质偏乡学校的体质去做改变。好，那改变的方式，我觉得第一个刚才讲的活化，怎么样子去活化所有的教材、所有的课程，让老师的整个教学其实可以回到他们的主体价值，老师的教学可以在教学现场去适应偏乡小孩子。如果说一个班级只有一个、两个小孩子，你就应该要去推动怎么样子去学习他的混龄教学、课班级的经营。好，那另外举一个例子哈，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一个讯息，就是说英国他们在2000年开始哈，他把偏乡一个药材兵校的学校、地方政府的新设学校跟转型，就是药材兵的学校，全部收归国有，收归中央。他做的是什么？他用公办民营跟自由学校。所谓的自由学校，其实事实上就是我们台湾比较讲的是比较开放式的教育，或者是公办民营的方式，他让人事更活络。那我觉得其实台湾其实如果真的要因应这一波的整个偏乡的这个困境，因为的确财兵校是非常炽烈的，那我觉得持续的去推动偏乡的相关的发展的这种鼓励计划，其实是有必要的。好比说像当年推了好几年的活化校园发展特色学校，当然它路线上有一些问题，如果只走特色游学的，他后来其实都陷入困境，因为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提升自己小孩子的那个学习效能。那第二个是公办民营的这个部分，公办民营的这个部分我再提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子透过公办民营，或者甚至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让学校的老师的这个聘任的部分可以更活化，那这个活化上面其实就可以让真正有心想要带领学校转型的校长，其实他有更好的人可以运用，也可以真的让人进来。那我这边也觉得适度的去放宽校长的遴选跟任期哈，因为现在其实地方政府有一些中央有一些授权给地方去定偏乡的校长任期是3年，好，那连任一期就6年，可是其实3年跟传统4年连任一期8年，其实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也不反对说两位委员就是几位委员提出来的你们的两个版本，就是任期可以从2任到3任，这个也可以考虑，但是它有一个风险是说，当你把任期提到3任的时候，那是不是有那种其实不愿意动的校长，他又留在那边，他遗误了大家，遗误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子活化任期，我觉得是值得思考的，我也支持。但是问题是，如果要用这样子任期去绑，我觉得不如是回过头来，让地方政府不能变成是3年，不能下修那个校长任期的3年，你至少让他保障，他可以有新的校长可以到8年这样子，好，到8年2任这样。那我想我大概就先分享到这个部分，如果待会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做分享，谢谢。好，非常感谢陈副校长啊。好，接下来我们请中国文化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王等元王副教授，谢谢。哦，好，谢谢谢谢。黄兆居人，还有各位委员、各位伙伴，大家早安。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啊，说要来这边参加这个公听会。那公听会啊，是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啊，在这边做一个意见交换跟利益交换的一个平台。我今天的心情非常的复杂。我是来自偏乡的小孩，嫁港的真开心啊！哦，我启蒙的小学是在云端呐、啊，鹿谷乡文昌国小、文昌国秀哈、哦。我回顾成长的历程，今天啊，我要当一个活见证来见证一下台湾的偏乡教育。啊，我也何其荣幸，在我童年的年代啊，我们的国家建构了一个公费生的教育制度，让我啊没有失去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但是我要跟各位委员报告，跟各位报告，
我念师专以后，我要考大学，我是用失学青年高中学历鉴定的资格来念大学。所以一个偏乡的小孩，他的成长的历程在我身上是一个活见证。而我66年出道以后，从小学、国中、高中到大学、研究所，现在我只有幼稚园跟博士班没有教过。那就像洗三温暖，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我服务的都是明星学校。不瞒各位，民国72年，我在现在大直国中的前大直高中的前身叫大直国中，那一年他们光第一志愿建中就考了109个。请问各位委员，我的故乡从有国中到现在考建中的也没有109个，可能9个而已。大学呢，我是在后端的学校，所以真的像洗三温暖。那刚刚有很多前辈啊的发言啊感动了我，比如说胡校长他服务的学校，那教师的流动啊，还有刘理事长招得来留得住教得好。那我们新政府要上路之前啊，在5月9号台师大，也是我母校教育政策小组，许天明院长啊就针对台湾的教育诊断3大问题：学生看不到未来，老师失去热情，政策没有共识。当然这个问题很大，我今天要谈的主要是学生没有未来。那学生没有未来，主要以我的经验是因为老师，因为老师，所以我手上啊带了一个图表，请各位看一下啊，请各位看一下。我呼应胡校长，我们现在正式老师跟代理特教老师目前是走这样的曲线啊，走这样的曲线。这里有2份资料，一份是民间的教育窗，它的标题是教师来来去去，偏向学校挥之不去的噩梦。那另外这个是国教院一个副研究员啊，叶副研究员他的一篇文章。那这个资料呈现的是什么？在国教院的这边是民国98年正式老师跟代理特课老师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死亡交叉就是代理代课老师的人数已经超越正式老师。那在教育窗这个资料里面，因为他可能调查的对象跟时间不太一样，他是在民国102年出现死亡交叉。各位同道，我现在还是中国文化大学师资培育中心的老师，也是前主任，所以对于今天的师资培育，我心里啊感同非常的复杂。那在今天我准备给各位的资料里面，也呼应刚刚几位同道的高见，我们对于这个偏乡教育法不要持太乐观的态度。但是我非常感谢黄委员跟林委员，他们已经为我们台湾偏乡教育启动了所谓的转型正义，至少有方向，答案就不远了。那从美国这边的经验来看，要把学习弱的小孩把他带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各位，困难的路，但是我们一定要走。黄委员，假设你有2个小孩，一个是住地堡，一个是在竹山的山上住茅草屋，这样的家庭会和乐吗？请大家去想一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的思维，减项的思维，怎么样把这些落后的小孩把他带起来。我们不希望有100个奥林匹亚的金牌。各位，披萨的测验，我们台湾是有12%是没有达到现在社会基本需要的能力。那12%依台湾师大的估计，大概有20万个学生，
25万学生已经落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于越南。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我要呼应胡校长跟刘理事长的高见。我们谈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我讲的师资才是王道。师资才是王道。我本身也是社会工作师，所以我认为关键是在人。那至于这个人怎么样来培育，我是师资培育中心的老师，我非常了解我们今天师资培育的体系能进到学校里面来的老师，他的过程是怎么样出来的。在座也有很多教育专家 Gardner 的八大智慧理论，我们的教师甄选过程中其实是营养不良，是严重的偏食。刚刚刘理事长也讲了，老师的热情、他的情绪管理、他的同理心，我每年带着我的学生到山上跟海边去做使坏者的服务，我们去做补救教学。各位，我非常的强调，一个在偏乡能教好小孩的老师，第一个就是要同理。那种人生胜利组，他不知道说啊，你连这个 xy 等于5 xy 等于3都不会， ridiculous 荒谬。但是确实就有这样的学生，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说，这个学生的学习的挫折，老师你要去同理，你要去同理。那这样的话，刚刚胡校长也讲了，偏乡的老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学生才有典范，才有认同的对象。好，时间的关系，我现在 接下来就回到我所提出来的这个方案，里面有所谓的教师的认证，还有教师交流的机制跟优退。交流的机制的好处就是刚刚讲了，要让偏乡的老师去交流，增加我们对偏乡的了解。一个社会里面必须要不同族群去做了解接触。那优退呢，我们就是鼓励老师呢可以到偏乡地区去服务，让他在退休的12年资呢可以得到一些优惠。这样假设用借调的方式可以来达到这样目的的时候，偏乡的老师也可以到都会这边来，因为刚刚也有校长提到他可能需要进修。那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机制啊，可以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那有关于这个教育专法这两个版本，时间关系我只讲一句话，里面任意规定太多，刚刚也有学者在提出来，地方政府呢他就偏理行事，县长啊现在是首长制，他只看到选票，偏乡只有5张票，所以资源啊他不会到偏乡去。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将来假设有机会制定的时候，一定要用强制规范，用强制规范，刻以地方政府责任。不然的话，议会跟县市首长他为了选票就变成是共犯结构，狼狈为奸，那我们的偏乡教育呢，一切化为乌有。以上是我的浅见，请各位指正，谢谢。好，谢谢，谢谢王副教授，谢谢。好，接下来请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系詹志宇詹教授。好，谢谢主席。我是没有登记发言的，不过那个既然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就先简单回应一下我刚刚听到的很多先进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也触发我的一些那个新的创意啦哈，因为有很多想法本来在讨论法治的过程当中也有提供了一些建议的。那刚刚很多的看法我觉得非常具有那个脑力激荡的效果，所以我简单回应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我觉得那个专法的必要性，这里哈如果我们要设立这个专法的话，它基本上我这是跟周志宏教授学的哈，它基本上是一个特别法，那因此它会产生三大好处哈。第一就是说，因为它是特别法，所以它会给予对很多其他的法令，几乎是同位阶的法令给予例外处理，所以它是增加弹性。
所以第一个好处是弹性化，第二是因为他立了法之后他是法制化，所以他会增加那个稳定性，那就会使很多目前教育部所推的利益良善的所谓的计划，它里面很多的做法可以变成稳定化，那不会让地方政府每年都为了竞争型的计划然后忐忑不安，所以它第二个优点是可以稳定化法制化，那第三个是可以统整化，因为我们目前对很多地方偏乡学校的一些照顾其实是散布在各种不同的法令非常零散，那有一个偏乡教育法条例就是说它可以把它统整起来，那我觉得如果要立法它有这三个好处了。那另外刚刚也谈到很多就是说那个地方政府现在在废校就是相当的激烈最近像包括苗栗跟南投等等也频频上报嘛那我们在那个定的法令里面其实有思考到就是说希望他走一个比较渐进的过程，甚至最好能够经过一个实验学校的一个过程，那刚刚也听到很多人包括谈到就是说先不要急于废校，而是一个 类似缩编等等的过程，我就在想就是说这个与其这样子突然废校，我们也许可以进一步在法令里面去设置这样一个制度，就是从体制内的学校他要一直走向那个所谓的最后这个学校的消失，要有五个阶段的一个渐进的转型过程啊。我现在思考，其实应该有这样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说，目前的状态是一个体制内的学校嘛，一个体制内的偏乡学校，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它应该要先转为实验学校。好，那有实验学校之后，它就增加那个弹性化。甚至公办民营的可能性那有公办民营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人事就有制度。但我们希望就是说，不只是他人事制度有弹性化，我们希望他是变成是也是一个理念学校，一个特色学校，他是可以让学生人数可以产生一个翻转的。所以我们希望他学校的发展是可以产生一个叫做微笑曲线呐而不只是说把人数等等这个弹性化啦等可以维持住而已，我们希望它可以反弹，可以翻转，所以我们希望的那个实验学校，它是真正带有实验的性质的，不只是在人事制度上有实验，我们希望它在课程、它在教学各式方面、理念上面、教育理念等等，都是更有真正具有实验性质的。这是第二阶段实验学校的性质。第三是实验分校，如果他真的就是说利用了民间智慧都还没有办法改善他这个学校的命运的时候，那他人数还是在缩小 的情况的话，那他先变成实验分校。那分校的话就是说他取消行政团队，那地方政府还是有降低他的财政负担。那第四阶段就是说实验分班，如果分校都还走不下去了，那就变成是一个分班，那这个 分班的话，它可能是必然要混龄上授课的，特别是在小学的部分，它必然要混龄授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必须要搭配师资里面要有人很善于叫进行所谓的混龄教学，那这个就要搭配师培师啊，师意师就是说要能够鼓励那个师培机构里面至少要设有一两门课是属于专门处理帮助我们的师培生能够带领叫混龄教育，然后呢让地方政府偏向学校地方政府去采取一个制度，就是说将来来应考的人凡是有修过混龄教学的给予加分。这个制度目前已经有用在特殊教育法上面，我们目前有很多县市政府呢有要求，就是说对于你在师培师里你在师培机构里面有修过特教特殊教育的三个学分的，他有给予一些反正这个招聘教师时的一个优惠了。所以同样我们也可以用在这些课程，对于那些学校某些县市他已经被强迫某些学校要有实验分班的必然混龄的，他就可以给这方面的一个叫做配套措施。然后进到第五个阶段就才是废班了，因为如果说他连实验分班都支持不下去的话，那可能就要废班。那废班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至少考虑两个条件的限制，一个就是说除了学生人数这个所谓懒惰条件之外，他还要考虑学生的叫做交通条件。那譬如说我们可以限定说，如果学生的交通条件，单程时间超过1小时或 1.5 小时的话，那你还是不得废
会班，或者要不然你要会班的话，你要到那个新的学校里面要建，要必须提供住宿条件呐、啊，哦，类似这样子，就是说你要会班也有会班条件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规定。总之就是说，因此这个渐进转型过程，我觉得 是一个五阶段的过程。他如果不走完这五个阶段，他不应该把这个学校废掉。所以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阶段是一个体制内的学校，第二阶段是一个实验学校，第三个阶段是一个实验分校，第四个阶段是一个实验分班，第五个阶段才可能是废班。废班要同时考量至少两个条件，一个是学生人数，一个是交通要件。那这有刚刚另外的一些想法，那其他还有很多先进其实提了很好的想法，但因为 cover 的层面非常的广，也许需要事后会后再看怎么样子把它纳入现有的两个法案里面，甚至教育部也希望可以提第三个法案嘛。我想到时候不同的版本还是需要一个大家共同的智慧呢，但统整成一个单一的版本，我们希望台湾的未来会更好啊。谢谢。好，谢谢张教授。好，接下来我们请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周教授。好，主席黄委员、啊、各位委员跟各位、啊、伙伴、啊、我今天已经听很多、啊、这个现场、啊、偏乡地区的、啊、校长老师的一些、啊、反映偏乡现场的意见。哦，那这些我想都很值得未来啊立法院在审议的时候的参考。我只就啊比较教育法律专业的啊角度哈、啊，还有过去跟啊这一个詹志宇教授哈、啊、在推动这个偏乡啊偏远地区啊这个教育振兴条例啊的这个啊过程当中哈、啊、的一些想法，也跟大家做一点点报告。第一个啊，我们现在要定的是啊是一个专法啊，专法基本上应该啊比较定位成特别法。特别法的目的，刚刚啊，詹志宇教授也提到过啊，有几个功能。但另外一个更重要，他因为他是中央立法，中央立法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哦、啊，地方政府必须要遵守中央立法。所以我们现在啊，在考虑制定特别法跟啊做一个中央法律的这样的一个啊专法的时候，一定是要考虑到说，第一个，他要针对现行的中央法律做什么特别规定；第二个，他要限制地方政府的什么行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裁并的行为，是不是要做一个基本的一个啊原则跟啊门槛的限制？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啊，我认为特别立法基本上它的内容就要啊特别的啊这个具体啊，因为这个特别规定要做啊从严解释哈，它的适用也要从严。我们在定这个特别立法的时候，会赋予很多啊这个偏乡地区啊那。偏乡地区的学校或学生或老师或校长的一些特殊的，我们说优惠性的差别待遇措施，那这样的优惠性差别待遇措施要给予可能也涉及到中央的经费的投入。如果你在这个适用的对象范围没办法做很明确的厘清的时候，会导致滥用你的那个范围会无限扩张所以这样的一个偏乡地区的概念老实说，我觉得另外定义当然也不是不行，但现有的法令上就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概念了，我们还不再创造另外一个有别于其他比如偏远地区的概念出来那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就是它的界定就必须要很清楚，所以它不太适合授权地方政府去定，因为有资源呢、啊，我地方政府就不断的扩张所以中央的资源再怎么投入都不够用有些县市，比如说台东县，所有全县都是偏远地区，所有学校都适用，所有学生都适用，连要保障他优先入学机会都适用，那这不得了，所以第一个他必须要很明确的界定，而且应该放在法律层次上。我觉得放在事情细则，细则比较是技术性、细节性的规定，你会涉及到这些地区人民的权利利益，还是放在母法上好。不然的话，将来教育部受到压力以后又修又修那个施行细则不断的修那可能会越修会偏离原来的这个意义。第二个，因为特别法它到底要相对于哪些法律特别，这个要讲清楚比如说你要排除是不是要排除原住民族教育法，刚刚就提到了，那原住民教育法到底是偏乡教育专法的
特别法还是偏向教育法，是原住民教育法的特别法。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原住民族教育法里面提到第八条，提到说啊，经过啊这个学区内啊这个20岁以上的住民同意，可以合并设立或合并教学，实施合并教学。哎，这里面这个条文，我们要不要啊有一个特别规定去取代它？简单讲，我觉得这个条文 有点问题，因为它是说合并设立。他没讲到裁并的问题，没有讲到那个裁撤或者所谓现在讲到停办的问题。那这个时候要不要去限制？因为你从这个条文上看不到说，当然目前一般的理解都认为他已经限制了裁并学校了，因为可是你仔细看他条文，他其实是合并设立，他也没有提到所谓的裁撤或停办的问题。所以如果需要去限制对于原住民族地区的裁并，好像这个条文不是很完整，那是不是要特别再做一个规定，把它纳入到偏乡的一般特殊裁并的规定去做处理？再来呢，偏乡地区学校本身有些是小校，小校比较有裁并问题，有些是非小校。那小校除了合并停办的问题之外，它当然就涉及到行政负担、行政减量的问题、编制员额的问题。那非小校可能涉及到是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老师的师资的问题。然后如果是小校要涉及到所谓的合并停办，就像刚刚提到的，是不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简单讲，我认为某一些条件之下，任何学校都不应该停办，甚至应该在某些情况之下，它要增设。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既有学校避免它裁并，但是有可能有一些地区的学校，它反而现在的需求是需要增设，我们从来都不提增设的这些事情，比如说。一个新的聚落可能发展得很好，以后学龄人口适龄 学生人口增加了，可是他原来没有学校，比如说以前司马库斯的问题裁并分班，还是他应该在设学校？这其实要从两面去思考，不见得只有那个停办的问题、合并的问题。在这个程序上当然这个林委员提的版本里面有提到要兼办实验教育要依实验教育法，但我觉得那个实验教育应该只是选项之一啦。比如说现在可能走的除了实验教育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之外，可能有委托私人经营可能先进行混龄的教学、混龄编班的这些各种措施，只要这个学校能够透过这样的措施，让他的生源能够回流，让他可以免于裁并的这种危机那当然这个基本上都可行不见得一定是要做实验因为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的实验教育学校是有一定的定义的它不是随随便便做，就像说我那个行政组织编制弹性化就叫做实验教育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经为了实验而实验就强迫很多学校不见得有实验教育的这种想法的，他就必须要去做学校形态实验教育的申请。我觉得这已经有一点超出原来实验教育实施条例的期待。第二个就是偏乡地区的学生的保障，这涉及到身份的问题。我们偏乡地区有很多特殊身份的学生原住民学生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偏乡地区做了一个划定以后，又赋予他特殊的地位，那就一般身份的学生也可以享受，比如说这个林委员的版本里面有条优先保障偏乡地区学生的入学机会，哇，那糟糕了是那个也许他是带动那个迁户籍这个学生回了一个方式啦可是他导致的后果会变成什么？不是真正的偏乡的人在享受偏乡的那个利益，当然会有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那就师资的部分我简单只提到第一个偏乡师资要留得住留得好，留得好包括现有的不适任老师怎么处理的问题，因为过去有很多是借由县市内借聘跑到偏乡去的，那原则上并不一定很适合，尤其当你要建构一个偏乡地区学校可以办理各种这个教育的实验教育或者是各种教育上尝试的时候，你必须是让好的老师留在那里。那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就是说，好的老师不一定要去，坏的老师去了走不了那另外呢，真正有心留在当地的进不去那这个当然像 TFT 的问题明明是受过一个专业培训的虽然他不是传统师资培育的老师，但他在竞争的时候，他跟一般大学毕业生是一同竞争，顺序是一样的，没办法优先被考量
哦，所以那个代理代课教师甄选的像那个优先顺序的考量，没法做特殊考量，他就不能够好啊有效的方便的把有意愿跟好的老师引进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啊一个比较啊严重问题。再来就是校长任用弹性，我是建议说只要有一个合理的续任机制，校长的任用啊他的任期啊。任期的弹性化不是为了让、啊、好的校长去沾个锅又而离开、哦、他基本上就是要留在当地继续发展，只要他经过一定的续任、啊、他的任期甚至不一定要、要缩短、啊、应该要延长，或者是他可以连任、啊、只要经过一定的续任程序他可以连任 一次以上、啊、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啊、把好的校长留到、啊、留在这个、啊、偏乡的学校的一个问题。那最后就是经费了哈，我建议 在这个条例里面，中央要负担的经费跟地方要负担的经费一定要划分清楚、啊、中央、啊、可能必须要、啊、某种程度上、啊、肩负起偏乡教育的责任，因为、啊、以国家的立场来看、啊、偏远地区学校本来中央就应该要投入一定的资源、啊、虽然教育是地方政府的权限，但中央也是、啊、中央为了保障人民的受教育权，维持教育机会本来就有投入，但投入的比例我们不能够让地方仰赖，因为地方要有所谓的自立条款，就是自己也要努力，然后中央、啊、相对的、啊、来协助、啊、但是呢、啊、这一个协、啊、助的对象范围、啊、使用的方式我觉得要放在刀口上，现在的中央资源投并不是没有、啊、并不是说一定是非常不够、啊、只是怎么用、啊、用的如何看起来、啊、并不是很有效率、啊、所以未来如果、啊、这一个特别立法、啊、要避免成为一个另外一种的中央前坑法案，可能必须要在经费负担上、啊、要有一些，第一个你适用、啊、可以补助的范围对象可能要清楚，第二个有些项目可能不要那么多哦、那再来就是、啊、到底它适用范围要不要包括终身学习学前教育、哦、那学前教育只有一条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哦、类似这个可能 要整体思考，我只是先就、啊、目前的两个版本、啊、提供一些、啊未来修正的建议、啊、给大家参考，谢谢。谢谢周教授。好，我们与会的学者专家都发言完毕，感谢大家提供非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请教育部林腾蛟常务次长就刚刚专家学者的发言做一个回应，好吧？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与会的各位先进哈，首先代表教育部呢非常感谢哈我们主席还有提案委员。以及今天的与会的各位的这个代表哈，那么针对哈偏乡教育的一个关心跟这个支持哈，和教育部呢重视偏乡教育的创新发展，以及呢偏乡啊地区学校的教育安定等政策的方向，基本上呢是持一致的一个立场哈。那第二点的部分呢，本日的公听会呢，感谢呢我们教文会啊，包含黄国书招委哈，以及各位提案委员。以及各位委员，这个先进哈，那么提供宝贵的这个意见，针对那么有关偏乡教育订这个专法，包含了相关法规的名称，以及偏乡学校的这个名词的定义，以及包含了师资经费、中央地方权责等法规的内涵，以及呢跟现行的包含了国民教育法、高级中等教育法、实验教育法以及原住民族教育法等法规之间的竞合的这个部分、啊、提供非常多的宝贵的意见，那么将会列入作为、教育部呢研定专法时呢审慎的一个参考。那第三点的部分、啊、教育部呢也了解到各界以及呢诸多委员呢的一个期待、啊、那么本部呢也是支持来订呢偏乡教育的这样一个专法、啊，那么目前呢，也课政委托相关的专团队呢，研拟订这个专法的一个草案当中哈、啊，预定呢六月底呢可以完成这个草案哈、啊。那么建请呢我们院会这边呢，能够视行政院呢版本提出之后，再行并案审查，来研定呢符合推动偏乡教育长远发展需要的一个专法依据。以上报告，谢谢。好，谢谢。林常次的回应啊、哦，接下来
我们请我们委员来发言哈，我们按照登记的先后次序哈来发表意见。首先请柯志恩委员，八分钟，好吧？谢谢主席啊，今天安排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听会啊，也刚刚也非常高兴听到我们的林腾蛟次长已经 promise，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专法，教育部是完全站在支持的一个立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能要看到教育部所融合今天的意见，还有两位委员所提出来这个部分，然后提出我们这个院版的部版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的跨境啊。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法来说的话，我自己心里感慨非常的深刻，因为刚刚看到的詹志宇学长，他是我政大教育系高我一届的学长 ，OK。然后呢，三十几年前呢，我们政大教育系呢就曾经办过这个所谓偏乡，就是像现在所谓的史怀哲的教育营。那时候从花莲，然后呢第二年就是到所谓的埔里深山。那我很惊讶的发现啊，因为我后来在大学教书，我也担任了师资培育的这些教授，所以呢，我们也带着学生参与这个史怀哲的建议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的学生也到很多部落去当这个所谓的校长跟老师。那我只是很惊讶，三十年过来，我们怎么现在还在讨论这个所谓偏乡教育该怎么样提升它这个部分？显然，这教育的一致度啊非常的高，也显然这些问题还是不断的存在。那当上这个立委之后呢，我其实也亲自走访了非常多的偏乡的学校，包括这个那个石门国小，包括了前华国小，也包括了在桃园的这个介寿国小跟介寿国中。那我想我刚刚完全听到很多站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所提出的问题，其实跟我三十几年前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一致的。我想一致性让我提到一个跟各位比较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其实我们访谈了非常多这些偏乡的孩子，他们其实完全反映出来，就是说他们其实心理上面对于所谓这个分离的部分，他们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很多很棒的老师过来，就诚如刚刚所提到的，留不住，一年的老师马上就要走了。然后呢，我们在现场，所以那个孩子告诉我说，你们能够知道说这些，我们本来很想把我们的情感放在这些老师的身上，可是我们后来就被训练成我们不可以，因为他半年，他一年，他马上就要走了。所以这些孩子，他就对他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情感的焦灼对我来说是觉得最心疼的地方，三十几年来都没有被改变过。所以留得住老师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整个偏乡教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现场的老师，我必须要老实说，我非常的惊讶，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老师，他告诉我，他是正式老师，只在这边一年多，可是呢，他说他考上了他临近他家里嘉义的，所以他要回去。而且这些几乎就是所谓的一个最大的现实。以我们这种天龙国来的部分，以我当年非常热忱的教育的这样部分过去，我说你怎么可以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这样子考到一个你们家里很近的地方，你就可以回乡去呢？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觉得老师要充满热情。直到有一次车子在石门国小附近抛锚了，等了四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发现，如果在这地方我可以待四个月的话，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也特别提到很多老师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包括他们要再次的进修，就要来回就要花掉好久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所以呢，这是很多偏乡老师，他们不是没有热情，而是他们所周围的一个系统是非常的不足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也不能怪他。然后这时候呢，我又特别想到，也跟呼应各位很多的第一线老师所提到的，我们过去常常提到叫做 LD。英文称为叫做 learning difficulty， 就是所谓的学习困难。那学习困难，我们认为是这些孩子他为什么现在没有很多的 B， 很多的这个教育处都会要求校长提出报告，为什么你们这么多偏乡当中都只有 C 没有 B？ 所以没有 B 他们要被检讨。可是这个学习困难，基本上我们该认为它应该叫做 learning difference， 就是学习不同，他们是因为有不同的方法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呼应很多刚刚很多的这个教育先进他们所特别提到的很多，不管是你的主体性，不管你用现有的素材，还是不管你用这个方法，绝对是用透过这个学习的不同性呢，来增强这些我们这些偏乡孩子的一个学习的效能，还有我们对他所谓的一个评鉴的标准，其实他都有很多不同需要去特别去对待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请了很多的法的专家，我们也受到了这个教育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肯定。我觉得这个专法的设立是有其必要性的，而这个必要性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考量，我还是呼应很多老师所提到的师资的稳定度。
师资的稳定度，因为我们真的不能够再看所谓的热情就能够留住一个所谓的一个老师，他要透过一个立法的一个程序给予他更多的。我其实还要在这个石门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祈祷都过来了，他们开始把这个问题无限放大到说，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社区营造没有办法去活化，所以很多都没有人，年轻人都不在，年轻人一不在就是老的看小孩，小孩如何说，讲到最后呢就无限上岗。我想这都是整个社会性的问题。那我这边最后要特别提到，特别是教育次长特别在这个地方，我们举例来说，以我目前的学区来说的话，有15个教育学区，我们虽然知道教育部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给孩子所谓的优免，但是这些优免有些时候也没有考虑到很多现实的必要。我举个桃园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他目前只开放了所谓的优免，只有所谓的中立加上，可是这些孩子呢大部分开放都是属于综合的高中嘛，可是这些孩子会告诉我，就说我就是不想上武林高中啊，我上了武林高中我是最后一名啊，我就是自信心就没有办法，他也不会想到上到附近的高职。可是拍谁高职并没有开放这些名额给这些小孩，所以即使有一些不是每个人都想上建中北女或是武林高中，他们其实想一个非常卑微的想要上一些所谓的技职系统，而且这系统当你没有开放足够的名额给这些孩子的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打击。更不要说我也知道教育部做的非常多的努力，他提出了很多的教育优先法，给了很多部分来给这些做一些很多建设，但是你不要忘记很多的建设他们如果没有取到建造，没有取得到建造那是过去历史上面的一个因缘，可是呢他当他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改进的时候呢，很多的相关当局却告诉你因为没有建造，所以你没有办法怎么样，你没有办法 把这些事情做拆毁然后再重建，所以有钱但是他用不到，那这些都是一些很细微的问题。所以我只认为说多听听这些部分，教育部有心要去做，可是为什么很多老师感受不到？就诚如刚刚有很多人特别提到了，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他当代理代课，他当了五年，然后学校都用很多黑幕的方法保证他继续留下来，他已经当了五年代理代课，可是正式名额就是没有办法到他。我们难道一定要用这个正式的方法才有聘任到这个五年而且非常有热情的老师吗？难道没有办法开放任何一条管道能够让这些老师能够去漂白吗？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境，应该有特殊的做法。我们还是强调，不公平的地方就用不公平的方法来去对待。所以我想这也是设立这样的一个专法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我认为教育部我们已经看到他的这个决心，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磨合，也看到很多老师都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一个建议，也看到的在场有非常多的立法委员也愿意为这件事情来共同的努力。那既然各三方面都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诚意，我就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到现在这么样的一个部分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既然三方面大家都不管是朝野学界第一线工作者都认为还有其必要性，也提出了这么多具体的部分，我们是否可以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然后呢在这个法的这个层次上面，在这个语句的层次上面，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致的能够把它完成，我想这代是我们这个会期不可能。好了，在下个会期，那起码我们可以保证在第九届的立法委员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让我们的偏乡这个法能够出得去法，表示我们不是要留下历史记录，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所谓的偏乡的孩子，我们这么努力的这一群人能够让他看到最大的希望。这完全是一个30几年前从教育系毕业的老师，参加过这么多偏乡的一个老师，站在国会殿堂里面做出最需要的一个呼吁。谢谢各位。谢谢柯委员啊。好，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好，主席、各位同仁、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大家好。今天这个题目啊，算是公听会啊，我觉得我们所有委员反而是最有兴趣啊，因为我认为今天这个题目啊，我们讨论要带着同理心跟情感在讨论啊，那我也希望教育部不要用纯粹在讨论一个法律啊，或者是一个资源分配这样冷冰冰的感觉啊。照理说，我刚刚就问林代化委员，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偏乡？多偏叫偏乡啊？其实以整个台湾的距离来讲，距离感来讲的话，其实应该只有很少数的地方应该要叫偏乡，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只要离开市中心，市区的市中心没有多远的地方，教育资源就严重的不足了。
一大堆的学校啊，我想市长应该知道啊。像我们桃园，我前一阵子才去，昨天呐、啊，我才去飞机场旁边的一个学校啊。飞机场高速公路一下就到了，但是他们也觉得是偏乡啊，因为他毕业只有十个学生，但是毕业走了十个，今年才进去七个啊。校长还跟我讲说，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学校，今年进去的学生零个，啊，所以其实都不远呢，其实都不远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会在一个这么小的宝岛上面，其实物理上的距离没有那么远啊，怎么会资源差这么多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议题是很值得我们大家要审视，带着感情来讨论啊。那首先，我觉得刚刚也听到很多先进的一个理论。我想，真的整个核心的重点在人，在老师，在老师啊。老师的流动率太快，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都是基本上大部分是属于比较资浅的老师。等他们资深到了，就需要请调到其他都市的区域。还有，我上次也咨询这个部长，就是说你真正要弄全面免试就近入学的话，你有没有 guts 把最好的老师校长留在偏乡？你如果没有这个 guts 或者机制的话，那大家都会孟母三迁呢，这一定是这样子的。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去支持好的师资留在偏乡，让在偏乡当老师的人是大的荣耀。我知道很多的地方哦，其实刚刚讲，其实如果你是当地的人，比如说原住民好了啊，原住民很多后来发展很好，大部分不是医生就是老师，还有一个就警察，这个大概就是这三个。那他们有些人就是已经立定志向，我一辈子就是要奉献给我这个区域，他会成为他族人的一个英雄。所以我们其他的英雄如果没有相当的这个制度去支持他的话，英雄会气短。比如说他光是交通费他就比人家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钱，那这个部分你的制度也没有特别给他一个协助，你在其他的奖励升迁的上面也没有给偏乡的老师，愿意在偏乡教的老师更好的条件，那大家当然时间一到就想往都市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注意到啊，在偏乡授课的老师比较高的比例是非当地人。我刚刚也有听到有一位学者有特别讲，我也很赞成，其实应该是当地的人对当地才会有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感情。他如果能够成为当地大家敬仰一代一代的老师，甚至好几代的父子母女都是这个老师教出来的，他会成为那个地方真的大家那个你去选什么乡镇市长，那个两任一道也是要下台的。他那个是会是当地大家最敬仰的，可以写在地方的历史上的人物啊。我觉得老师是很重要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长期代理教师的比例也是比一般的学校高啊。所以我们注意到学生啊，暑假寒暑假现在放假，大家最担心的就是说开学的时候哪一个老师又不见了。那我简单讲一下，我昨天以及过去，现在刚刚柯志恩委员一直讲桃园的案例，桃园其实已经算是相当都会化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是很多学校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看这些学校的学生特别的可爱，特别的可爱，怎么讲呢？你只要有一个不管扶轮社或者什么志工团愿意进去里面跟这个学生互动玩个半小时一个小时，要离开的时候
要离开的时候，这些学生都要哭啊，都会哭哎。大哥哥大姐姐带他们玩，跟他们陪他们吃个午餐，他们都会哭哎。那显示这些学生，偏远地区的学生，他更需要的是稳定跟安全感，因为他的资源太少，所以所有的，就请次长注意到，你所有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怎么样稳定在偏远地区教书的师资，你应该围绕在这一块，去给他设计。我看到这个学校，小学校，我觉得我反而很欣赏小学校啊，为什么？他可能很多事情就是六个年级的人一起做，什么事情都六个年级的人一起吃饭，老师、家长，志工全部在一起，所以这样子的学校，它反而是凝聚力是很强的。它的毕业典礼也最过瘾了，每一个人都有奖，每一个人都好几个奖，然后呢，每一个老师跟学生之间就像父母子女一样，所以他们只要离开，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心理上的打击。所以我看到那些学生，我就觉得很感动。你稍微对他好一点，他们那种对你的那种依赖就油然而生，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所以我简单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法律，这部法律我们会全力来支持，但是有几个问题就一定要弄。第一个就是还是回到定义，到底我们要定义的偏乡是怎么样的偏乡，是不是确实能够照顾到需要的学校。第二个，可能要建立国家特别的一个财政的制度去补助，中央地方我看现在用一般的补助大概都没有办法，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型正义，我觉得应该在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不应该还有偏乡了，说实在是应该这样。第三个就是教师怎么样让他留在这个学校，这个制度要把它设计好。另外一个就是越是偏乡的学校，我觉得他越有机会成为一个有特色的学校，所以这些学校之间怎么串联，还有他们学校要怎么教小孩，我觉得应该要有一点比较弹性的做法，因地制宜，像我刚刚讲的，像很多学校他已经一年级到六年级其实很多事情一起做，所以我有时候羡慕那小学校，这个学校的人因为就是这些人，所以这个小孩子扯铃也会，竖笛也会，陶笛也会，芭蕾舞也会，拔河也会，篮球也会。为什么？因为他全部一起玩，因为他如果只教一两个学生是不经济的，所以这个学校的小孩子反而比较快乐，十班般武艺样样会，而且都学习得很快乐，你给他一个特色，比如说英语，像我们那个在机场旁边的，他的英语就比其他的人好，这个国际航空公司的资源可以挹注到，所以这个也要多想，让他们教学上有多一点弹性跟自主性，让他们不要用平常的基准去跟资源很充分的学校去比较，我觉得这样子会增加他们的一些自信心跟发展。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高路移用委员。感谢主席哦，非常开心，就是有这么多的学者跟专家来关心我们这个偏乡教育的问题哦。不过我这边第一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偏乡的定义也跟刚刚的吴委员一样，偏乡的定义要怎么来？这里我们可能要理清楚哦。再来就是说，对我们部落来讲哦，不管是偏乡学校或是部落的小学，其实它主要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地区，它的机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在稳定我们农村以及部落人口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的设施哦。所以呢，过去我们在面对有关于就是小校裁并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家长和那么多的地方人士要去拯救这个偏乡的小学？因为少了一个学校，它本身就会让这个整个乡下的地区让它变没落。那我们在做一个学校的拯救的时候，其实有发现一件事情，即使在原住民的重点的学校，
也像独干老师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在整个民族的教育跟部落的教育 跟在地结合的这样的这个教育的方式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零碎跟片段的方式，反而是我们民间的其他外围的团体透过就是大家的热情跟热心，希望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学习在地的地方的特色，跟学习自己我们的母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反而是我们民间在努力呢？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国家必须有的责任，反而是我们在部落的地方让我们这些的家长外面的其他的就是地方的人士跟年轻人去支持这样一个民族教育的系统，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再来就是刚刚我们独干老师也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偏乡的教育，偏乡的教育法跟我们的原住民族教育法的竞合的问题，我这里还要提到，还有实验教育，还应该是讲我讲反了，他是讲实验教育跟偏乡教育，我讲的是还有原住民族教育法这三法竞合的问题。因为我这边有在去年的时候一直到今年我们有在做一件事情，就在花莲的地区要推动民族教育，因此呢我们去找了原民会，也去找了教育部，希望能够就是这两个部会能够非常的积极努力去推动我们花东地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教育的推展实验教育，民族实验教育的推展。可是我会发现一件事情，现在对于实验教育三法里面，我们去看民族实验教育居然是这样子区分，一般的实验教育跟关于民族的实验教育。那请问一下，主管机关到底是谁？既然教育是国家的责任，应该是两个部会都要积极的去处理跟协调。反而是我会发现一件事，当我们独干老师他当时还是原民会副主委的时候，他承诺了要推动，要积极的推动这个我们花东地区的民族实验教育，反而是什么？反而是底下的官员去阻挡。不好意思我们刚刚非常关心的就是教育是以学生为本，我们重视学生，如果学生不好就是老师不好，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让老师能够回到学校。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现在是我们主责的机关也有问题。其实大家要去检讨，如果谁去阻挡我们民族实验教育，这样的官员也是一个不适任，而不是只是指责老师不适任。好，我在这里要非常强调一件事。再来一件事就是当我们的前部长有提到有关于就是我们的偏乡教育希望是用实验教育的方式来去推动。可是呢从2014年到现在我们有关于就是这个实验三法从2014年实行以来其实没有什么样的进度。因为在第一次召开实验学校会议的时候，其实实验学校就是我刚刚说的也包含民族实验学校，可是现场呢没有原民会的人列席。再来第二次开会也没有原民会的人列席。那请问一下这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到底我们的实验教育是要包含民族教育的对不对？那有关于这三法，偏乡教育法、实验教育三法，以及有关于就是我们民族教育法、原住民族教育法，这三法要怎么样去竞合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要去思考偏乡教育的时候，应该要把这三个法三个不同系统的法去好好的去思考如何合作，而不是说去竞争，或者是说互相的排挤跟踢皮球。不然的话，其实我们担心的，我们最重视的学生的教育权，在于就是各部会踢皮球的状况之下，反而是被牺牲掉了。那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在我们的偏乡教育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方针的时候，其实可以纳进来讨论再来就是说，有关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偏乡教育的这个部分教育部的给我们的报告有提到，就是希望
公费生具备双专长或是多专长，以因应偏向小校的需求。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偏乡的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多专长是很重要，没有错。可是只有偏乡的老师吗？其实，在师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连一般的都市区的老师吼，都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多专长的一个功能。难道只是偏乡的公费生有这样的压力，然后呢，他就要去到偏乡去教书的时候就要累死他们吗？要去做多元的教学、特色的教学？反而是都会区的老师只要去学习主科就可以了吗？我会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再来是什么人能够当老师，那不适任的老师，这可能有一些的关于教师的团体有讲到，现在的政策可能造成就是说偏乡地区的老师其实因为生活环境、生活的机能其实不适合符合他们的需求，其实他们在偏乡地区过个水就流到都会区。我觉得制度上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如何配套，也希望教育部能够好好的去思考，为什么这样的教育其实都是牺牲到我们最重视的学生，以及有关于外来客服的这个组织有没有一个好的配套？毕竟说我们偏乡地区的教育资源是不足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外来的客服组织，他会很热心的来到我们学校，然后成立客服班。但是呢，这个学生除了上了补救教学，还要参加客服班。可是客服班的品质教学的内容是否我们也要去检视一下？让我们真正的偏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一个好的教育，其实这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鸡生蛋，蛋生鸡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会更认为偏乡地区的其他的在地的资源都应该能补足，让我们的整个教育是均质化，而不是说偏乡就因为这个环境的资源不好而受到不好的教育。谢谢。好，谢谢。谢谢高路用委员。好，接下来请苏巧慧委员。主席、各位学者先进、那各位同仁大家好。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安婷理事长就说是晚辈中的晚辈哦。其实我想我的资历跟他差不多了，在当委员之前，其实我也做了3年的教育基金会的工作，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工作。不过不太相同的是，安婷理事长是专做偏乡教育，那我带领的基金会在做适性教育呢，是全台湾走透透，所以有大城市的学校，但是也有真的偏乡。这样的机会让我确实是可以看到全台湾各级学校不同的样貌，所以这个经验相当好，因为我反而可以更做比较，到底我们偏乡的学校和城市的学校有什么差别。再加上我个人的经验是屏东的女儿，那现在是台东都兰的媳妇，所以刚刚好这几个城市都比较稍微有一点认识。那现在最高兴的是我自己现在是有力量能够站在这一侧代表大家来发声，那真的很期待，也是像我们刚刚柯委员说的，在我们第九届的委员任期当中，有机会能够把各位前辈努力了10多年的这一部专法能够让它通过。所以今天短短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每个人只有几分钟，可能细节都不太容易说清楚，但是在这里我也是想要表示我对这一个问题甚至是这一部法律的态度，所以我是从几个面向来跟大家做分享，也做一个彼此的确认，看未来是不是能够更快大家凝聚共识往下走。那首先第一个部分的话，刚刚听了各位前辈的意见之后呢，我也要分享，我认为第一个呢，真的是偏乡教育，中央政府是责无旁贷，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个偏乡的标准的定定，是有需要让它有一个更明确清楚的定义。这个问题呢，来自于我们这样在上山下海看的时候，确实有时候真的不是只有偏乡那个很深山里面的才叫做偏乡，然后资源很缺乏，确确实实是不山不市，这种真的是最辛苦。这会在哪里？甚至是我现在的选区，
树林、莺歌。大家想莺歌文化大镇哎，是不是资源很丰富？其实不是哎，只要稍微在里面一点点离开大街上的学校，它就是资源就已经很缺少了。莺歌哎，不是很远的地方哦。那更不要说新北市这个直辖市里面，我相信次长的心情，过去当过新北市的教育局长，心情上一定更能够体会嘛。我们的平溪、我们的石门，都不是很远的地方，都不用到台东，不用到云林的等等这些地方，新北市就已经有很多这种不三不四的学校。那这些学校要争取资源，这个标准怎么定定？反之，我也去过一些学校，不适合在这里举例，它真是富丽堂皇。那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么多的资源，做得这么好？因为它被划在偏乡学校的范围里面。可是行政区重调了之后，它早就已经发展成繁华的大城市了。但它还是说，我希望能够保留在这条线里面，因为我可以拿到的补助比较多。所以我确实认为，既然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应该要由中央政府来补助各市的经费等等，那么这个标准的定定真的是刻不容缓啦，也是这件事情这部专法里面要能够做的第一个解决的问题。所以本席的态度是如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态度是，偏乡教育绝对不能次人一等。刚刚听到各位前辈在说，各位专家学者在表示的这个关于师资的意见，我也非常非常的赞同。在偏乡的师资，它会确实是有需要更多的同理心、抗压性等不同的特质，所以不一定是正式教师他会最适合这个工作。但是反过来，我们在提出这个教师证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要能够注意说，我们开放的弹性是到什么程度，以至于说弹性嘛，刚刚也有提到说，弹性这种事情，就是如果你利益良善又做得好的话，它就是能够真正彻底的解决问题。但是反之，它可能会变成便宜行事、将就、就地取材一个最好的缺口。所以这个部分师资的认定到底要放到多宽，要能够真的让偏乡的孩子有最好的师资，而不是变成将就性的取材，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应该要来把关。那最后我赞成的一点，也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教学活化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也是我实际的经验，我带着我的团队去到了也不是很远的地方，就在宜兰。因为我们在做偏乡教，我们在做适性教育的时候，提供的这个素材教案，全台湾各个学校都很喜欢，所以有太多的学校要报名，80几间、90几间，可是我能够提供的只有20间。在这个状况下，我请大家来报名，说你们为什么需要基金会的能量过去？结果大家拍了影片来，小学生很可爱，国中生，他就说宜兰壮维国中啊，先介绍了壮维啊，我们是如此如此可爱可爱，大家是这个勤学活泼又向上。好，那为什么需要基金会你过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职业介绍呢？镜头一带，一望无际的稻田，说超越达人，你看。我们宜兰这里就是只有田田田田田，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带进更多的资源视野，让我们看。各位猜猜，那我带了什么样职业的达人过去呢？我带了宜兰在地的稻米达人赖清松过去。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想要让宜兰的孩子知道说，其实你们是坐在宝库上。那我觉得非常感动的部分，真的是说，经过了这个才一个小小的活动以后，孩子们写来的这个心得回馈单里面，很清楚的，他就载明了他的眼光，看自己视野的眼光不一样。他说：“哇，非常感谢这个赖清松老师，他今天让我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田是最好的自然教室，是最好的科学教室，是最好的艺术教室。我可以在这里学到最多的东西。我从此以后，我从今天开始，我会跟着我的阿公去田里面多走走，多看看。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教材，如果可以运用在学生的身上。”不只是影响刚刚的老师说要用这样的教材把老师留下来，事实上认同一旦增进了，是连学生连我们的下一代都会对自己的身份有更多的认同。所以我非常非常赞成刚刚陈副校长在说的教学活化的部分。那尤其呢，这个联动到的也一样是这个陈章独干老师这边说到的，说如果能够在
教学的部分，还有做世界的文化回应，我认为这个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连我自己的孩子对于阿美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都需要我费尽心力才能够去收集这个素材。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适当的行为。我的资源坦白讲，一定已经比我的族人朋友更丰厚了，但是连我都这么辛苦才能够找到适当的教材来做一个回应，那其他的孩子就更不要说了。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偏乡教育的时候，确实要能够顾及到他的族群属性和他要能够传承的文化特色，我认为在教材的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做个调整的。所以在最后的十秒钟，我是想要引用我非常喜欢詹老师的一句话，每个孩子就算不是一颗星星，也会是一只萤火虫。那我非常的认同这句话，我到处有讲，但是我也都有说这是詹老师说的，我有尊重版权。那我非常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大力的推动这一部法律，让更多的孩子有更多的机会，让大家不只是萤火虫，也能是星星。谢谢大家。好，谢谢苏乔慧委员。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主席、各位与会的先进委员，今天莅临现场的所有的公听会的伙伴啊，教育部的主管官员哈，还有在场的记者媒体女士先生，还有工作伙伴，我想呢，我大概很简短的简述一下今天来这里。我大概除了前两位没有在现场听到之外呢，我要回溯我在2013年12月25号，我去参加了一场李登辉基金会所办理的一个地方治理论坛。其中有个单元呢，不是我应邀的，但是我在那边听了全场，叫地方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我在2005年进入屏东县政府，当了将近8年9年的副县长。在我副县长卸任前一年呢，我听到了这一个论文发表会，里面有三位，一位是庄国龙教授，一位是我们前教育部的次长呢，那吴才顺先生，还有一位呢是师大的院长。是另外叫做许天明院长。我单单看了他们三个人的 paper 当中，我这边随便做个摘述，对我的冲击很大。我终于搞懂，当我在县政府服务期间，我看到城乡的教育资源的分配的不公平，学生所得到的学习权的权益的不均等，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我对照了今天各位与会委员的发言，我觉得蛮有参考价值的。那首先我想说给教育部听的，在教育部的2010年所做的一个计划当中啊，我们目前的教育经费的编列与管理法第10条第3项的规定呢，中央政府应该就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的基本需求，扣除地方政府应负担的差额后，那么呢来编列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教育补助。那事实上呢，到底这样的一个一般教育补助能不能去除地方政府自己财力不同的影响呢？2007年他说，我们平均每个国中小的每个学生的教育经费平均支出是11万，但事实上各县市呢，实际上去平均的话，每个县市的最低是8万，最高到50万。也就是说，教育部它本来应该扮演的是中央跟地方，地方有不同的财政能力，但是地方财政最好的，它每个中小学生平均可以分配到50万元，最差的可能还不是屏东，只有8万元。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谈偏乡的一个很基本的原因。经费表面上中央政府有做补助，但是它的分配的方式不能够去处理各地方政府财政的不均等。所以第一个就是经费的能不能达到每个地方每个学生他在实际上的支出的比例是一样的。第二个呢，我长期关注的是教师的问题。那么教师有一个外在环境的大问题，就是说整个目前少子化，各地方政府在国民教育学程阶段，我们的国民教育义务教育的师资啊都是过剩的。所以呢，就老师来讲，就两个现象，他想去的地方呢，他去不了；老师想走的，走不掉。就校长来讲，这位在座有很多校长，他发现他学校里面呢，愿意留下来的老师他不要，他想留的呢，办不到。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简单讲嘛，总体超额，我以屏东来讲，我们有原乡有偏乡，偏乡代表性就是恒春半岛，我们总体在教师超额的情况之下，我如果是城市区的老师缺额，我平南地区的就马上就补上去了。到最后呢，
缺会开在哪里？开在偏乡。但是我整体超额啊，我不敢办教师新的借聘啊，不敢办教师甄选啊，所以偏乡就承继着所有预留的控管缺。教育部还是持续在用控管缺，你们用代理教师。我这边再提一个郑明所做的调查啊，这是我看到的是许天明院长的调查，他说去调查在2013年的论文发表当中，对于每生的教育支出、教师的平均年资、教师的流动率和考量到原住民学生的比例，那么呢去对于学生数学基测成绩的预测啊，他发现我所上面所做的因素呢远大于学校投资在教学的科技设备、图书、学生活动这些上面。那么他们发现呢，我们在学校资源跟学校投资上呢，他说一个投资错误，我们目前呢、在偏乡地区我们投资在软硬体以及学生活动金额较多，可是呢它真正影响的是什么？我念一个数字，偏远地区的教师的平均年资是9年，非偏乡地区的是12年，那么偏乡地区的流动率呢 比非偏乡地区高出了4%。那这当中呢他做了一个统计，我很讶异，他说只要偏乡教师的平均年资每增加1年，学生的数学成绩可以提高 0.69 分，偏乡教师的平均流动率每降低1%，学生的数学成绩可提高 0.15。 这都是教育部支持教育委员所做的一个他结论。他得到什么？他得到还一个更夸张的，他以台北市为例，他调查12班以下的学校跟60班以上的学校，他发现呢，如果我们要达到同样的数学的表现，一个12班以下的小学校所需要的市足经费是60班以上的学校市足经费的7倍，学校规模差5倍，市足经费是差7倍。意思说什么？一个6班的学校，我们要投资42倍的经费，才能跟一个60班以上的学校相当的数学表现。所以我从这里发现呢，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些研究报告的时候吧，教师师资的确是一个问题，但是为什么目前我们没法透过目前的教甄跟教师借聘去得到呢？因为我在地方政府那么久，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里面点出来了，我们的教甄啊，因为呢我们开出3个缺会超过1000个人来应考，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个方式叫做先笔试，相当公平嘛，不记名嘛，地方很在意的公平性啊，对不对？笔试才能够保证公平性，匿名的嘛。但是笔试的成绩内容都偏重在寄送，对不对？所以你通过笔试筛选的，我筛选出，比如我要录取3个，我录取6倍录取，我录取20个，来进入了口试跟试教。其实啊，很多口试跟试教有热情的老师，在笔试阶段就刷掉了，就刷掉了。所以我们的目前地方办理的教甄方式，根本没有办法从具有正式教师资格的流浪教师、后用教师当中挑出真正有教学热忱的，因为考试的技术错误。那这其中，陈章培伦教授您在点头，我上次也在那边提出一个看法，就是叫原住民教师，原住民教育法当中要求我们地方政府要补足原住民教师，我怎么考都考不到原住民教师。数学逻辑很简单，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假如是占人口比例的3%，常态分配我考100个，应该有3个常态分配在这3个里面，所以我如果办教甄，我录取100个，可能原住民老师的表现会合理的合乎他人口的比例有3个进来，但是如果我只考5个呢，我考10次都不会录取到半个原住民教师，这就是目前我们的情况，这是外在条件的限制。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当我们在谈这个时候呢，我特别要谈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偏乡教育，甚至我就要重视学前教育。在这个报告当中也告诉我们，根据呢我们他说 OECD 的调查当中，富裕家庭跟弱势家庭在各个教育阶段的收益比，越是在学前教育的收益越高。换言之，你投资在学前教育比你投资在大学教育，在这个经济弱势上的补助性是最高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谈偏乡的教育呢？最后我引用他的里面一个调查报告，其实我在2013年看到这个3篇论文的时候，对我的冲击很大。他说以2006年 PISA 的成绩来表现，台湾、芬兰跟南韩，我们在数学成绩排名全世界前3名。PISA 大概有人大概知道 PISA 是什么。OECD 的会员呢，平均、城乡差距、OECD 是差36分，
但你知道吗？台湾跟南韩虽然排前三名，但是台湾的城乡差距是97分，韩国的城乡差距是72分。换言之，我们最好的成绩表现可以在世界排前三名，但是芬兰，你知道它的城乡差距差几分吗？差3分。意思说，芬兰里面的不管城乡差距，每一个孩子的数学表现都是全球的前三名。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关注偏乡教育，关注我们原乡教育，关注这些城乡的资源的分配不平等，其实不是在帮助弱势的地方的学生的学习而已。以芬兰为例，当城乡差距它的披萨表现只有三分，差距只有三分的时候，芬兰的教育表现，它的国力跟国民素质，我们可以相信是全世界最好的。而台湾，我们在城乡的部分可以拿到全世界前三名，但是我们的城乡差距是高达97分，这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出席这场公听会的最主要原因。谢谢大家。好，谢谢钟嘉宾委员。接下来请林代化委员。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先进大家早安。那我想今天的这个偏乡教育专法我想我个人着一点是在于台湾国家的国力，到底我们国家的竞争力在哪里？它最重要，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核心条件是什么？人才。我要培育人才，刚才有一位先进讲得正好，我今天要培育人才最重要的就是在于我们的师资，师资是王道。所以今天我们要我们国家的国力，在目前面对我们这个国内目前整个产业的在整个调整的过程当中，要面临整个区域经济的一个竞争过程当中，我们的台湾的人才有没有办法在这一波的整个区域经济的竞争过程当中，为台湾这块土地，为台湾在国际的征战过程当中，我们的人才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立足点？所以今天回归过来，我们台湾的国力这件事情，事实上是令人家担忧的。而我们再看，在目前所以这个偏乡教育专法当中，我们只要想到偏乡教育，过去教育部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我们的偏乡多注重这个记忆体能。这是严重的对我们偏乡教育的一个歧视。而我们今天谈偏乡教育的重点，是要让我们的教育真的能够促进社会的流动，而不是在稳固我们的城乡差距。所以这一点在本席跟所有我们立法院的先进在推动这专法当中最重要的，从国家的国力以及到整个我偏乡教育当中这部专法的推出，我们要的是整个社会阶级充分的流动。好，我们来看，我在跟刚才钟嘉宾钟委员，我们在三年前同时出席了这个李登辉基金会所办理的这个地方治理的研讨会，我也跟他一样这个是同为震撼了。所以那一天呢，这个许天明许老师还有这个张国龙张教授主持之后，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去跟这位老师做请益我们两个坐在不同的地方那同时呢去跟他交换名片。那我们两个就是真的受他的这个刺激很多所以说在他的这个论文当中，我要再延伸的，也就是我们要检讨的，过去我们教育部的政策是什么？有人会质疑我们的经费挹注在这个均衡城乡的差距，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呢，会间接的损害我教育追求卓越的潜力。那呢，我们的政策的制定呢，往往就怎么样呢？追求卓越而牺牲公平，或者呢，就干脆说接受公平，但就是结果呢，就是平庸的选项来做取舍。所以呢，刚才在这个论文当中，在这个发表会当中提到这个论述的同时，他就刚才我们钟嘉宾钟委员提到的，其实在这个披萨的一个已经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也就是说芬兰他在追求卓越的时候，他在这国家的这个整个人才竞争力的提升过程当中，他放了绝多的资源，也绝多的政策的引导，在整个偏乡的整个的一个素质的一个提升。所以他们的理念很简单，大家都会讲，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所以当对弱势的学生，我给予学校我的教育政策的引导之下，我带动的是整个全国国家
的一个学习成就的提升，我个全国国家素质人力的提升，让我整个国家在国际的竞争力上是常胜军啊。所以今天再来看我们国内的学习成就如何。国中小自从会考实行到现在，或者会考之前，我就推估五年就好了，我们的双峰现象只有说越日趋严重，没有改善。我们投注的那么多的补助教学经费有没有在做？有，教育部很认真。那为什么我们的偏乡教育我们在整个城乡落差，因为我的学习落差去研究的结果，它的城乡落差是占了绝大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如何弭平城乡落差当中，我要讲的是立法院跟教育部我们要一起努力。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会考的成绩，包括我说提出到会考之前的前五年的整个的我们的国家的考试，我们在这个，我这个是一个平均值哈，三分之一的学生因数不及格，而这个城乡地区中又有，在这个偏乡地区中又有70%的比例的学习成就是偏低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协助在这个偏乡地区的基本能力的增强，就在减损我们台湾的国力啊。好，那我今天针对几点刚才几位先进哦，确实是真的让我觉得如何让我的专法，让我们立法院的各位同仁希望在专法过程当中更为圆满，我真的受益很多。所以第一个我先针对原住民这件事情哈，确实在戴华跟请教这个陈昭明陈教授以及詹志宇詹教授的，以及所有像方新洲方董事长，这还有我们几个偏乡的校长的时候，我们确实也讨论到这个原住民的部分。那在讨论是原住民籍的老师还是原住民族的老师，在我们偏乡的地方啊，就以我个人，我也访谈，就是这个请益了我们在高雄市的南麻夏国中的校长吴俊义吴校长，跟我南麻夏民生国小的达和伊斯兰冠校长，他们给我的这个讯息，在他是偏乡，我们这个是原住民乡，所以呢，原住民籍的老师与原住民族的老师有什么不同？原住民籍的老师一样是有是有血统跟身份的。原住民族的老师，他除了血统跟身份之外，他还要承担起原住民多元文化的传承。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要多多请教我们在座对于原住民本法以及我们相关原住民教育的各位我们立法院的先进跟各位学者专家。因为这是我个人去做访谈的时候，从我们现在的原住民专法当中是不能让我的原住民族老师真的他也愿意深耕在我的原住民区教学。大部分的我虽然我具有原住民籍，但是我到了原住民的区教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因为他们是不是也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所以他还是希望回到市区去这个教学。其实这个是他以一个原住民的校长在我一个当地当中，他有看到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这个部分我还要再多多请益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原住民的立委同志哈，还有我们各位学者专家，这是第一点我要提出来我要请益的部分。那第二个呢，我们教师证是不是应该设立偏乡教师证？当然各位先进有提到说会不会变成我教师停滞，我教师的专业会被有这个因为这个制度的养成而反而没有办法有一个前进的地方。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有讨论过，我就以现在陈昭明陈教授他在台东以及我在高雄市所推动的英语实验方案，这个部分我非常非常感谢教育部这吴思华吴部长，包括现在林登角林次长他们的支持。所以是原有的教育经费、教育师资、教育的时段，连教学的教材都是现有的采用的教材都没有变，变的只有教学的方法而已。但是呢，我们这个部分的老师都是代课代理老师比较多，因为都在偏乡。好，比如我的选区林园，好，它就是靠海，好，那靠石化专区。那我们做了这件事情哦，我们你要加入我这英语实验方案呢、要做三件事情。你的老师一定要接受开放，随时观课，随时观课，这是多么对老师的压力多么大，我随时都可以来观课。第二个，你的老师啊，我们2周一定要一次的老师教育工作坊，
这是现有的体制，现在哪一个因为现在的教育体制的老师他愿意，我开放随时观课，我两周我以一个行政区，我一个林园区或者乡镇的这样单位，我们这一区的老师两周一次的聚会，我们讨论什么，互诉甘苦，好，互诉委屈之后怎么重新出发。第三个，把所有的讨论跟教学完全云端化。如果我现有的体制，这已经不关偏乡了，如果现在我们的我们真的透过现在的教师遴选制度，能够真的让我们老师的专业，有热情的老师的，有专业又有热情的老师真的能够产生出来吗？我想我们都有很多检讨的空间。所以在这个偏乡教师证的这个部分啊，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它在整个让我们原本的教师体制的限制但是呢只能在这个偏乡在这个执教的过程当中如何让它稳定，但是它的专业跟热情好这个部分怎么让它呢，刚才先进所提点的这个弊端的部分我怎么的来避免，我想我提供刚才我们现在就已经执行三年多的英语实验在台东跟我高雄市的部分，老师的部分我们是这样要求，也因为是代理代课，所以我们也很感谢高雄市政府，我们有担当说你只要代理代课一年一聘，你只要教得好，完就是说配合我们这英语教研示范，而且我们的成绩你也这个有很好的凸显，所以就续聘、啊、所以我们的代理代课老师在这个实验计划方案是一直在续聘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提供给大家。那另外呢，这个针对这个我这个法当中啊有提到的另外一点，我们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啦，所以在偏乡教育的评鉴制度，我想这是现在一般的学制当中老师教师会可能会比较有疑虑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用最严格的标准，不管是在我的草案的第五条或第十六条，我都觉得应该要设立评鉴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我要讲明的，它不是对学校的这个高低的评分，它不是对我教老师的这个优劣的评分，它是让我在教学现场当中他能知道说我的学生有滚动式的这个检讨观察，而且我的教材会有滚动式的一个变动，也让我们教育政策的规划者当中他知道他资源的下注是到位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评鉴制度。所以在这边最后我要提的针对是我们教育部啊，以我本人啊第五届的立委哈，我在这边提点我们教育部您的专法哈，我跟黄国珠黄委员的就是前人到位，好，前人都到位。好，那我以我做第五届的立委，我担心的教育部，他是政府呢这政中央的开政策，地方买单，这是长久以来教育部做任何的政策都是这样子的。我在延续中嘉宾中委员讲了，他从地方一个首长的行政机关的一个刚才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更要讲出的，我们在地方政府全台湾都是一样，下到我地方的教育经费80%-90%都用在人事经费上，我还有什么余力可以用在特别在我的边疆？根本不可能，各县市都一样。原台北市我不晓得，除了原台北市外，所有的各县市政府，即使是六都，80%-90%都是在人事的成本。一般教育我都办不好了，何况是我的偏乡教育呢？那另外我要提的是，不好意思，主席，再给我30秒就好。教学的市足率，好，到底有人会认为说，哎，这是个无底洞，真的是一个无底洞吗？所以在本席的这个法案当中，有希望你们能够做必要的调查跟研究，好，必要的调查跟研究，到底我在之前在教育偏向教育的规划，你要做基础的调查，好，那这个部分我只要你们开出啊，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委员都会去支持的哈，所以我最后是要提点我们教育部，希望你的专法喽都不要让我们立法院失望，也不要让地方政府失望哈。那最后是不要变成的是你中央啊这个开政策，然后地方又买单的这种窘境哈。好，最后我要提的不好意思啦哈，我觉得对，因为师资的部分哈，今天我们这个法就是希望让有热情跟专业，就像刘安廷刘理事长。他们这群人能够真的他们愿意发心，就是我就是要常住在偏乡，
那我也要他们也用他们的热情跟专业说服我们社会大众，我们是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创新的。我们就是要让这群人能够在我偏乡常住。所以我在这边以上，谢谢。好，谢谢林委员。好，接下来请钟孔绍委员，钟委员。8分钟了哈。好，谢谢主席。我想今天办这个公听会，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偏乡的一个教育法啊，我们希望能够制定，也感谢国书委啊，包括代表的各提的一个版本。其实所谓的偏乡，就面临到会校，也面临到转型，甚至是实验。其实教育是国力的一个培养，产业提升跟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是因为会校面临的，不管刚刚我们苏委员也特别提到，连六都哈，连都会区的新北市啊，都面临了一个会校的问题啊，表示会校其实存在的最主要还是在于财政的问题。因为这么多的会校偏乡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也透过大家各位顾问、各位专家学者，大家都提出一致的看法，认为在偏乡会校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一套机制跟配套，最起码让这些偏乡的小朋友也有受教的权益。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办公厅会最大的一个宗旨跟目标，也是我们的方向，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对于教育部对于偏乡废校的一个处理的过程当中跟机制，或者它的未来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方向跟目标，是不是符合社会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在今天的一个公听会这边，面对着这些的困境，其实我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虽然来自不分区，但是我的服务处设在苗栗。苗栗其实跟南投都面临了财政上的一个困境。虽然偏乡的会校有实验三法的通过，但是在地还是仍不断传出有关会校的争议。苗栗很简单，就是财政问题。中央、地方自治，由地方自行去评估要不要会校。如果评估，再送地方的审议委员会审议。审议委员会是由地方政府来制定，他认为该会就会掉了。他从评估、审议到最后县长的一个核定，老实说了，这个叫做地方自治，爱莫能助。中央教育部的答复，其实作为中央主管机关，面对层出不穷的一个争议，袖手旁观，放任地方政府用非常粗糙的方式来做处理。我跟主席，包括高路，我们三个人一起开过记者会，对于偏乡会校的问题，对于地方在处理偏乡会校那种粗暴的作为，甚至动用警察权，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进步的台湾可以接受的吗？我想不管是从事教育或者特色教育教学，往往一直的最直接的困境，就是大家刚刚一直提到的师资。包括偏乡教师证的一个核发，
这个都是未来在审查的一个版本，都能够进一步来讨论了。我个人会建议哈，对于偏乡的教师，我记得我之前在中油工作，我在林园，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 PD 津贴。我在林园工作比大林埔工作，我每个月多领了1800块的 PD 津贴。那为什么这些偏乡的教师的师资，教育部为什么不给他思考，是不是可以给他们多一些的 PD 津贴，来鼓励这些的偏乡的教师，他愿意到偏乡地区去付出，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个诱因，各式各样的价值，包括很多专家学者提到的教师的一个轮调的制度，是不是可以打破学区的一个这个篱笆，甚至混龄、并校的复试学习，其实都这些都是很多面向的一个考虑啊。其实这些多面向的考虑，最起码对于未来，我们对于偏乡的教育的一个专法的一个修法，最起码可以另向的一个思考。这个另向的思考，而不在于僵化现在有固有的一个思考方式，啊，去做一个处理。那这一个方式的一个处理，搞不好改变了我们偏乡这些小朋友未来的一个受教权，也改变了这些教师未来他愿意到偏乡地区。所谓的偏乡，它就是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比较弱势的地方。如果连这些比较弱势的地方，我们采取这种粗糙恶劣的手法，我想每一位从事教育者，对他来讲，他也会感受到不安。立法委员，大家期待的就是台湾能够向前走，更进步。但是在进步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这些在属于弱势偏乡的这些小朋友，包括原住民。我想能够透过这些的不同的方式跟想法，而我也期待未来，包括教师的流动率，其实都可以做一个指标啦。我想教育部应该也有。包括代理教科老师的流动的比例，包括位于专长教科的教师的比例，包括艺能教师不足的比例，包括外语教师不足的比例，包括自然生活科技教师不足的比例，或者说资讯教师不足的证据，作为确定有哪些的偏乡需要需求，可以从这些的制度面，包括我刚刚提到的相关的一些的方法，来作为集中改善跟策略的一个方向。啊，以上在这边做我个人对于啊教育的专法的一个说明。谢谢。好，谢谢钟委员。接下来请张廖万坚委员。啊，谢谢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刚才听了各位的这个发言，我想我再补充几点我比较个人的经验，还有这个需要补充强调的部分。我想第一个还是要对偏乡教育法要立法这样的一个方向本席表达支持，也希望在立法的过程里面有更周延的一个考虑。那譬如说对偏乡的一个定义，那刚才我也听到有很多的专家学者提到这方面，包括我们的委员。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记得我在几年前担任，跟赵伟一样，担任过我们台中市的这个围棋协会推广的这个理事长。那后来我们两个礼拜，我们就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围棋的教育推广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所以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到山上去，
所以我们到台中县的和平国小找了一间小学去。我们每两周六，我们大概每两周的礼拜六，我们大概就去学校里面开设，完全免费。那我们发现来参加的孩子啊，大概一个学校100多人，大概都会有一半，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都会来参加，而且非常的有兴趣，甚至有的学校是高达60%。那后来也这个推广的那个也不错。那但是我们也去了解到，在结业的时候去了解到，我们也会跟孩子的家长、孩子的这个学校的老师、校长他们互动，那也听听孩子他们的这个背景，大概就是原住民，还有这个我们去开垦的当地的农民是居多的，还有一些从事一些服务业。那后来我们又把对象又遇到校长说，哎，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山上的孩子，他们的教育资源是相对的弱势，还有包括所谓偏乡，包括刚才大家提的不三不四。后来我们就到彰化去，彰化找了一个方院的地区，有一个校长有一天到台中市来，就跟我们互动。那于是我们就去看了学校，那学校后来发现方院乡的学校5个小学都是100多人。后来我们就找了一个学校去开这个类似的一个公益推广的课程，就发现100多个学生里面，学生的家庭的背景啊，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是属于弱势的孩子。什么叫弱势？大家都知道，譬如说他是单亲的、隔代教养的，或者是外配的子女，或者是陆配的子女，大概比例非常的大。那么来参加这个研习课程也非常多，他们也很希望来，因为乡下可能比较少这个资源。那事实上我要讲的这个说，我们到和平去其实开车要2个小时，我们到方院去其实开车只要30分钟。换句话说，政府对于交通的建设，其实在城乡的差距的缩短上是努力的，但是在教育的努力上其实是有问题的。那这些教育资源，如果说我们将来在定这个法令的时候，我们在做定义的时候， 我觉得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我们的对象到底要怎么样去定义，定义是怎么样子让这个权力是在地方还是中央，那这个标准要怎么样子来定定。刚才也有委员提到，过去很多的教育 很可能政策啊，很可能是中央定的，结果地方要买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地方当民意代表常常感受到的。我们也很担心说，我们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理念、非常好的法令，结果要落实的时候面临到裁员的问题、财政的问题，那地方觉得中央不支援的话，大概没有机会。那其实刚才有很多我们的委员来自于比较屏东啦、云林啦这些委员，他们大概提到的都是这些问题。只要是比较偏远地区的学校，他们所有的硬体补助几乎都来自于中央，地方没有办法做相对的配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希望，对于这个将来，我想政府的财政的资源是越来越困窘，那我们增加的这个教育的经费，我们到底做怎么样分配，怎么做的定义，来让偏乡教育能够做真正的这个法令定出来之后，能够真正的改善翻转我们偏乡地区的这个教育。第二点就是有关这个师资来源的部分，我是觉得我们过去的当然也有很多希望对这个偏远地区或者说偏乡的学校它的师资的这个来源，除了公费生的供给之外，那我们也希望说有一些招募一些比较有热情的。那我过去几年前我看了一本书叫《老师你会不会回来》，那本王老师写的书，我非常感动。就其实年轻人除了他热情去推动，其实你不要给他任何，不要给他什么资源，他想做的话，即使在南投那么偏远的地区的学校，他也一样有办法去从事翻转教育。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像教育部，我看教育部的报告里面也有很多有关行政工作减量啦，或者说这个交通的这个经费各方面，不管是从财政或者从各方面的方式的诱因提供，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提供一些热情的诱因。那热情的诱因里面，就不是说我们把这公费教育就是偏乡的这个独立出来，我们就是以后增加名额或者增加经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想那个王老师，我那本书我最大的印象是他本来也想逃离的，他后来会接受的原因是因为他个人的生活经验，他受教育的经验，个人的生命经历里面，他去看到那些孩子面对921之后的惶恐，那他后来被感动，所以他留在那个地方，后来变成他一生最大的资源。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立这个法的时候，我们在
广征各界的意见的时候，我觉得做教育部也好，或者在订立这个相关法令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在各校都能够增加对这个偏乡的认识，让有机会有一些年轻人他在接受课程的时候，或者有机会到乡下去的时候，是因为热情激发了他们，而不是有很多的经济诱因或什么其他的诱因，然后经过了到了实际教学现场之后，他又退缩又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问题。以上我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因为时间的关系，将来我们在审查这个法案的时候会提供更多更多的这个意见来跟大家一起商量。谢谢大家，谢谢。哦，非常感谢张廖委员，非常准时。好，接下来请李立芬委员，谢谢。主席，还有今天出席公听会的各位教授、专家，还有民间的团体，谢谢你们长期在偏乡的努力哈。那其实我今天来这边的时候，我就先查一下我以前读的国小算不算是偏远国小哈，因为我是来自云林县二轮乡永定村的永定国小哈。那今天其实有我们云林县的。有一个校长在这边哈，我查的结果其实不是偏远国小，可是其实它相对于我们现在的都市来讲，它其实相对的资源其实是真的少的非常非常多哈。那我就从我自己的国小谈起，就是说刚刚其实很多的委员都有提到所谓的偏乡、偏远地区、偏远国小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定义？好像这种在很乡下的一个地方，它可能相对一些国小来看，它可能是比较好一点，可是它又跟都市来做一个对照的话，其实它相对来讲它的资源资讯其实是缺乏的。好，所以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我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我们在偏乡这个定义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定义。好，那第二个部分我因为刚刚也听到我们教育部有提到说我们教育部也会有这样一个专法的版本会出现，好，那我想说今天在这个公听会似乎大家都很同意的要往设立一个专法来解决这个偏向教育的一个问题。好，那在这个部分我有几个想法想要跟我们教育部在未来制定这个专法的时候做一些沟通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就是说我们接受国民义务教育，我们都说这是每个国民的权利哈，也是义务哈。可是如果我们回到整个国际的公约来看，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还有包括儿童权利公约，我这边要去强调的部分说的部分是，其实义务教育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好，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好，而不是只是国民的义务跟权利而已。好，那在这个部分我想要讲的是在儿童权利公约的第28条的第一项的 A 款跟 B 款，那其实在那个社会经济经济社会文化里面也有类似的，好，可是我们就回到儿权公约来看，就所谓的教育它应该是怎样呢？它应该要，它要求是缔约国应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儿少的受教权。那在这个部分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机会的平等，第二个是免费，就是免费的一个概念。好，什么是，我想说在机会平等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刚刚有很多的专家已经提到了，有很多在偏乡的师资缺乏的问题，行政作业还有课程规划资源不足等等的，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有会造成我们在偏乡的学童接受教育的一个机会的一个不平等，那我们教育部当然有责任应该要去去除这些不利的一个环境。那我想要真正谈的部分是在于免费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从来都以为我们接受的义务教育就是免费的义务教育，其实在儿权公约在国际上面来看的免费教育是真正的免费。好，虽然是儿权公约它只要求到初级教育，当你的国家有能力的话还在进一步提供免费的义务，那个中等的那个义务教育。那所谓的免费是什么呢？我这边提了一个案例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卫福部出的，就是
包括在我们非洲斯瓦季兰这样的一个国家，他们所谓的免费的义务教育是包括学费、教科书、练习本跟文具等等的。好，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所谓的义务教育，我们的家长还是要付一些钱的，好，付一些钱的，好。所以我在这边要讲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偏乡的资源不足、学等等的。那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我们偏乡，他这个孩子他要受教，可是他必须花交通费，还是他必须因为在这样子，他必须留在学校吃饭，或是他必须住在学校等等的。那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费用的话，我觉得教育部其实都是可以，都应该要纳入考量，就是说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来协助我们偏乡的学童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个补助。好，这个部分是我要提出来的一个部分。那再来第三个部分要提出来的部分是刚刚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在偏乡地区的师资问题。哈，那其实因为我自己以前其实是也是在民间团体工作，那我们做的是比较是儿少保护的工作，所以我这边要提的是除了师资问题的话，其实在偏乡有一些专业人员的一个配置，例如说学校社工，例如说辅导人员，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偏乡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应该要聘足足够的人员在这个地方，而不是今天要社工协助还是要辅导老师协助。例如说学资中心，它可能就是在一个很城市的地方，那学资中心它可能比较有专业的一个辅导人员。好，所以我在这边要建议的是说，我们教育部未来在这个部分可能在这个学校的人力配置这个部分不能只单独的考虑到师资，在这边的专业人员应该也要配足。特别我会比较期待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是以国中，哈，就是在这个国中，他至少他相关的人力要配足，这些其他的专业人力配足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去支援其他的国小。好，然后提供服务。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我们过去在桃园，好，我们为了要去社工为了要去例如说大复兴乡，其实他这个路途非常遥远，以至于我们是必须好跟这些学生是约在例如说在大溪见面。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在复兴乡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就已经有配足这样一个充足的一些专业的人员的话，我想说就可以省却这样一个路途的一个劳顿，也能够让这些学生他如果需要接受其他相关专业的协助的话，也能够就近的接受到这些服务。那这几点都希望我们教育部在制定我们的教育部的版本的部分，是不是能够纳入参考。好，以上建议，谢谢。好，非常感谢李立芬委员。好，接下来请苏志芬委员。哦，谢谢主席。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哈，一起来关心我们偏乡教育，是不是要立一个专法哈？我们都知道来讲，现在的话，大概全台湾的话有一个国家级的现象，这个国家级的现象是应当提高到一个国家级的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概不能再放任了哈，放任各个县市的话，因为国中小的权限掌握在各个县市县长的手里，那么各个县市的县市长，他们因为基于经济、基于财政，那就要开始呢，就是要裁并哈，就以云林县的案例来讲的话，今年来讲，如果一个学年的话，学生如果有招收新的学员是四位来讲，那么这基本上他可以保留。那么明年呢，就乘以二，就一定要达到八位哈。如果呢，明年他们招收不到新生的八位的时候，那么这个学校就会面临到就要被裁并。那我们看了哈。一个小学如果它的基本的面积的话，我们以平均数来讲好了，如果三公顷或者是3.5公顷，如果现在如果再继续这样子再发展下去，我们说五年以后，那么全台湾会有几所学校它就会被裁并掉。那么裁并掉以后，你会发现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你就会发现到的乡下乡村呢，那个学校呢就有三公顷那么大的一块地，那块地变成怎么样，变成乌漆嘛黑。当然我们去探究说，为什么他们的学子为什么少子化，为什么那么学生的学生数的话越来越少，
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了。哦啊，他也许有人会想说，欸，偏乡就是农村，全世界没任何一个国家的话面临都是怎么样？面临的话都农村的老年的人口，哦，人口老龄化，还有呢，因为少子化，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国家里头，他们面临这样一个现象，这种国家级的现象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处理？我那天的话就跟国发会，哦，我们的新的主委，也就是说小英的新的国发会的主委，我就问他一句话，问他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如果全台湾有200所的小学被裁并掉，那么这是国家的资源还是国家的负债？这算是国家的资源还是国家的负债？这个200所即将被面临在未来的几年，它会被裁并掉，那么偌大的一个校园，国家的资源的话又已经摆在那边了。过去来讲的话，一个小学生来讲，我们一年的投资在那边的话有20万，那么建立出来的校园，然后培养出来的师资，还有一些行政职员，都在那边。但是以后呢，就未来几年以后，这200所，所有我们培育出来的一些基础呢，全部都什么？全部都是会荒废掉。这算不算国家级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把劣势转为一个优势？我们看了很多的案例。我们看到欧盟的话是最值得我们去参考的，任何一个政策的话，它都会把劣势转为优势。所以现在今天对教育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新的行政的团队，小英你的行政团队，你面对国家的劣势，现在展现出来的劣势，你是有什么新的办法？你有什么新的效率？还有你新的想象力？还有你有什么新的创意，要把国家这个劣势转为一个优势？这是对一个新的行政团队的话一个最大的挑战。那我们讲，我大概有一段话的话讲出来给大家去听看。这是有一本书上也都写的，其实我就看到这个人我就非常的感慨。他说人类历史发生巨变巨大转变的要素，发生巨大转变的要素，一个是能源，第二个呢是生产工具，第三个是教育方式。这三者如果改变的话，就会发生所谓产业革命的巨大社会的结构变迁。好，教育方式，什么是教育方式？什么叫产业革命？我们能不能把教育转变成一种产业，然后从一个产业的观点去看待教育的方式，然后这个社会的结构它就会变化。我们看很多的流浪老师，那我们也看到现任的教师。我刚刚有听到我们一位同仁讲说，啊，我们现任老师都也非常的优秀了，不要批评我们现任老师。我们现任老师真的很优秀吗？我请问我们教育部的官员们，现在台湾教育的问题最大问题出在哪里？制度出了问题，还有呢，老师也出了问题。我的小孩子从小到大都进去体制外的学校，因为我看到了从幼稚园开始起，我们就是那一套，小孩子就是把他教育成乖乖牌，小孩子像是工厂的生产线上。任何一个人教育出来的话，他在生产线就是一个模子出来，就是乖乖的听话。我们老师非常的权威，我们老师呢在占据一个校园里头，把那个校园变成是什么样？变成他们家的家园一样。这种观念是非常非常的要不得。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也跟黄国书我们的主席，我们建议，因为你在推这个偏乡的专访，我们如果要添偏乡的教育，按照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的教师的保障法，这群老师是不是有热情？他是不是有那个使命？伊管你去偏乡甲跩囡仔教，人外国都迄个一间学校内底，敢十几个学生尔，为什么需要还什么校长、行政人员还要公有？我这欺骗社会，骗人嘞唔捌嘞，你知道吗？人家国外就是有一个1.5个老师，他们就带领了十几个学生，我国家就提供你资源，我就一个偌大的学校就给你，人十几个学生囡仔人得让得混年去教。我现在假设说，哎，我们云林县呢，我们都找不到木工，我们现在的木工跟土著也得丢了，弄个阿妈给的爹爹走。哎，我们的社会需不需要一个传统的木工？我去罗宾去捡一个家具，我就去找到一个什么美国航太的哦，从美国练了航太，然后他从美国就回到我们云林县来，在斗六就在英文补习班教书。他自己对木工很有兴趣，他成立一个木工的工作坊。我伫路边捡一个家具，摕去我修理的对。我那个还不是 Hinoki 的木材，但是你知道吗？我就喜欢那种老旧的感觉。我了上去后也行，
就是他什么，他跟我收的修理费用是4000块，我大概买了几个新的，那个碗拿就对了。 OK， 我要说这个就是说，如果让那个老师，那个航太，美国那个航太回来的，哦，他在教英文的，如果我们有个学校他是要发展木工传统技艺的匠师，那个老师一定很愿意，他一定很愿意呢，他就把这个整个的教育资源跟政府结合起来，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怎么样，从小的话他可以去适性发展。我如果看到我们偏乡的小孩子，他就没在了去什么，没在了去安亲班啊，人家有钱的小孩子的话可以送到安亲班，他哪有可能去安亲班，人家的小孩的话什么有童书可以看，骗人的不买，真卡收在连文具店都没有了，那谈什么什么图书馆，谈什么到什么到什么书店去买书。所以是新的行政的团队是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解决什么吸毒的问题，什么学生要全部去检查尿液，笑死人了，太不尊重小孩子了。我个人有种感觉，我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家庭教育是目前国家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这么隔代教养了，我们就是很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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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什么单亲家庭出了问题，小孩子最起码一天24小时里头有8个钟头交给你政府，他8个钟头就在学校里面，小孩子最起码8个小时的话交给你政府，你那个学校能不能把我们的小孩子带好？如果学校的话让他觉得很安全来讲的话，我相信那个小孩子不至于变坏。过来就是看讲，嘿老师是要安怎改错嘛？嘿老师迈过去要求嘛？他的家庭就已经出了问题，他怎么可能把他的分数搞得很好呢？他怎么可以好好的做他的功课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他哪有课桌？他们家的客厅就是饭厅，他们家的客厅就是一台电视传彩礼亚的碟了。用囡仔哪有可能好好读书？这个就叫偏乡了。我现在就担心林权怎么样？我担心林权院长。是个精英教育出来培养出来的一个院长，他懂得什么叫偏乡吗？什么知道叫偏乡？偏乡的定义怎么定义？偏乡的定义怎么定义？我就要问教育部的。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偏乡教育的专法，我是觉得是一定要定，但是定的内容是怎么样去加惠到这边。我今天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从云林县来，我把云林县的话称为是台湾的非洲，就是台湾的非洲。所以要把偏乡怎么定义，就去台湾的非洲，到云林县的偏乡去看一看。好，谢谢主席啊，谢谢。好，非常感谢，谢谢哦，苏委员，谢谢。好，接下来请何新存委员。谢谢主席哦，大家好。我想，其实要看所谓的偏乡或是教育资源相对弱势的地区的学校。其实也不用只有到云林了啊，我们台中也有，其实全台湾各地都有，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定义，定义该怎么定义。我也觉得偏乡的小学学校也不是只有原住民区，或者是客家的原乡，或者是哪里都不是，全台湾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找得到所谓的偏乡偏远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弱势的学校。那我们今天要成立专法，我们该讨论的是除了定义之外，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些学校。那有很多委员包括我自己也认为人跟钱是最重要，人跟钱，人就是师资的问题。当我们现在老师的一个调动的一个制度的僵化，会让很多有热情想要回到自己故乡服务的老师都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服务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制度在这一个偏乡教育的专法里面，怎么样去找一个切一个口出来，让所谓有热情热血愿意回到故乡去服务的这些老师得以如愿。而我想如果这个老师的一个调动的制度能够让这些有热情有热血有使命感要回到他的故乡服务的这些老师能够如愿的话，我想在偏所谓的偏乡地区的学校师资，我想他才会稳定，他才会长久，他才会让孩子有一个相对是一个教学品质稳定良好，让孩子安心学习成长的一个校园。
我曾经看到媒体网络上有一群年轻的孩子年轻人，他们透过网络平台号召了很多的年轻人，希望能够投入所谓的偏向教育，他们知道翻转教育的对孩子的重要性。那我就在思考，这些透过网络平台所谓号召进入偏乡学校来教导孩子、来带点孩子的这些年轻人，我们政府可以给他们什么资源？我们政府可以给他什么样的支持？可以在正规的教育体制下，又能够纳入这些年轻学子的这些社会资源，而且能够让这些年轻学子在网络上的号召的能量能够长远的持续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是思考的，也希望说未来在所谓偏乡教育的专法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翻转教育的重要，我想对每一个孩子都重要，不管你是哪一个地区的孩子，他们都有宪法所赋予的一个受教权。这是第一个，如何解决偏乡地区师资的不稳定，可以面对刚刚很多委员所提到的资源不够的问题。那尤其呢，资源不够，其实不是只有在所谓的偏乡地区的学校了哦。所以我刚刚回到一开始我提到，台中也有，台中也不是只有和平山上才有所谓的偏远学校。在我的选区大理太平，我们也有所谓偏远地区的学校，它可能在山脚下，它可能是在这个某一个角落里面，长期以来被忽视。我举个例子，我上个礼拜也才到，大家应该知道9.11大地震带给中部很大的一个灾难。我们也知道教育部科博馆所辖下的有一个9.11地震博物馆，很多人去看那个博物馆，但是呢，在那个博物馆的旁边其实隐藏了一个小学校，他从小一到小六才六七十个人，而里面三分之一的孩子的家庭来自于隔代教养跟新住民的家庭。可是他在台中市，年轻的校长告诉我，他既不是偏远学校，他也不是偏乡学校，可是他是资源弱势的学校。可是他得到关注吗？没有，因为在教育部、在教育局所有的一个定义下，他都没有特殊的教育资源来挹注，他只能靠自己。所以呢，他结合了一些社团，他希望把外界社会资源引入，让孩子相对的有比较好的一个学习成长的空间。你走进那个小学校，你会忘了你是生在台中市，所谓现在的直辖市，你会觉得好像回到二三十年前的乡下地区的学校。那事实上在台中市还有很多这样的学校，所以我也希望说偏乡学校的定义，今天很多委员有提到，所以我也希望未来在这个专法、在这个逐条的一个讨论当中，我们能够定个更周延一点，让所有教学资源相对弱势的学校都能得到政府的支持。那其实回归到定这个专法，我想最重要的是为了孩子。那孩子他的受教权，他的这个整个学习的环境，还有学校作为一个整个社区的一个，不管他是文化中心，他是行政中心，他是生活中心，它是一个资源体系的中心等等。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个人都长期以来我的理念，我不支持废校，不轻易废校。不管学校再怎么小，不管学生再怎么少，它可能是那一个地区里面唯一的一个我刚刚讲的社会中心、生活中心、行政中心，甚至是求助求救的中心。这整个是一个我们政府的一个行政资源体系里面一个不可或缺的一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性，让我们觉得
偏乡地区所谓的小校，不管各县市政府再怎么财政困难，中央应该要支持，不轻言废校。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价值，更是一个坚持。以上，谢谢。好，谢谢何新淳委员。接下来请高金素梅委员。谢谢。我想在场还留下来的教授跟校长们，你们辛苦了哈。刚听到非常多，我虽然人不在办公室，但是我在我的办公室里头也听了非常多专家校长们的今天对于这两个法的一个看法，以及长期以来对偏乡也好原住民地区的教育的一些问题。那每一位关心教育的立法委员也在这边做了很多的发言，我就不针对大家专业或者是目前受到的困境的部分我来做发言。我想提供几个数字来供我们在场的委员，尤其是民进党的委员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哈。现场还有几位教授哈，也许我们要发挥一些我们更大的力量，告诉现在的民进党执政的政府，你对于我们的教育态度是什么？我觉得态度最重要。如果一旦态度是放任，跟以前的态度是一样的话，我想我们在这边再定太多的专法，再谈多少的结构性的问题，我想于事无补。那我不知道在场的教授、校长或者是立委们，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有几篇报道？也许你们可能只专注于教育的专业，但是事实上有非常多的事情是有关乎于我们的教育的问题，因为财政分配不均，还有我们的政府对于教育的态度是什么，它会攸关于现在我们所谈到的问题。在5月19号的时候，有两位美国重量级的国会议员来到了台湾，我不知道看到你们新闻了没有。他要求民进党的党团政府要把我们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3%。我不知道各位教授、校长们、老师们，你们知道这意味着是什么吗？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我们台湾的一年的总预算不过是2兆，国防预算目前占了多少？3217亿。教育预算占了我们现在的多少呢？就是教育部编列的预算1200亿，文化200亿。所以我身为教育文化的委员会，我们看到我们的预算是其实只有1400亿，1400亿跟我们的国防预算大概差了一大段。而且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在讲台湾的人口少子化的问题，国防难道没有少子化的问题吗？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台湾的国防预算是逐年增加，在105年的预算就比104年的预算增加了80亿。然后我要再跟大家报告，如果今天美国要求我们的台湾要增加GDP 的3%的时候呢，我们的国防预算到了多少？要增加800亿。也就是说，3217亿加800亿，请各位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笔预算？而4000多亿会不会拖垮台湾呢？我想会。然后林权在6月7号针对我们立法院的质询，他说我们要达到 GDP 3%的4500亿的要买武器，的确对于国家财政是有困难的，但是如果美方有符合台湾采购需求的武器，他会用特别预算来编列。我不知道在场的教授、校长、老师，还有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我们心里面作何感想？我坦白说，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反军购。我在立法院15年来，我看到从李登辉开始，在修宪里面把我们的教育经费年年想下修的时候，我们的教育就出了问题。而今天，我们的林权说，为了要买武器，他不惜来编列特别预算。而我们今天来谈到我们的教育，我们各县市政府已经是财政快要拖垮了，负债这么多，
我们的学生大家都清楚知道，未来台湾的战斗力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教育。可是我们的行政院长，可是我们的政府，从来不会因为教育而来编列特别预算。我如果今天在这边高喊，我们不要达到GDP 的3%的国防预算，我们只要多个80亿，来让我们的偏乡教育，来让我们的原住民教育能够好好扎扎实实的做下去。我不知道在场的教授校长们，你们同不同意？同意的请拍手好吗？谢谢。至少给我们在教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有力量嘛。今天就2位美国的国会议员来台湾，要求我们要增加多少的预算，我们的行政院长就答应了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所以我今天也不想要说太多，我只想要在场的校长们、教授们，我们一起合力的努力。如果大家也希望要有一个偏乡的法 ，OK， 我觉得大家都是专业的，我们可以讨论。我们把现在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把现在各县市碰到的问题，我们邀请教育部，要求教育部不能把所有的问题丢给县市政府。我们如果有了特别的预算，我们能不能从教育部里面一条边的把这个钱好好的盯到我们的地方去呢？如果大家同意，我觉得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也希望在场的教授、校长、老师们，当你们在注意到教育的专业的时候，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预算是分配不公平的。我再回到我刚刚的一个理念，我们的执政党，你对于教育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教育的态度是优于国防的话，而这些国防全部都是破铜烂铁，我们都非常清楚知道。而我们的民进党现在执政了，如果没有办法把两岸关系弄好，我们是不是要加倍多更多的国防呢？所以我说，国防不可以吃掉我们的文化教育，国防更不应该吃掉我们的卫生福利，国防更不应该来吃掉我们的福利政策。这是我今天在这边要提供我的想法，跟我希望在场的教授、老师们，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我们希望未来这两个专法编列了以后，是不是我们的行政院也能够同样比照办理，用特别的预算来编列这些钱呢？否则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我们所谓的1200亿的预算里面，分不到的，分不到的，就由我们原教法来说好了。原住民教育法现在推广了快要20年了，我们在教育委员会说不能够少于1.9%，我跟大家报告。1.9%听起来很多，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教育部胡乱编一通，然后呢，就用所谓的原住民的重点学校吃掉了非常多原住民所谓的专款。我要跟大家报告，今天我们如果今天在这边定这个所谓偏乡的教育法的话，如果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不改变，就跟原教法一样没有用的。所以我希望在场的教授老师们回到我刚刚的思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要求我们现在的政府，你对教育是什么态度？如果是的话，请他编列特别预算好吗？谢谢。谢谢。接下来发言是我们召委黄国书黄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是这一个偏乡教育条例的提案人啊。那么今天当然我一方面的身份是召集委员，那我要特别感谢今天来参加公听会的所有的专家学者。我知道各位都是在这个领域长期以来关注，那我们也都有共同的目标。我们都面对了这一个所谓的国家级的现象，国家级的问题。那过去对于所谓的偏远学校的措施奖励等等，大概都是在地方政府层级的。我在这个会期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一直想要来推动有关于偏乡教育条例这样子的专法，看有没有办法来改善现在的偏乡教育的现场。我跟王等元教授一样，都来自于偏乡，我的出身也是鹿谷乡，我是秀峰国小毕业的。我当时毕业的时候的学生啊，当时有700-800个同学，
结果现在这个学校剩下29个，我都不知道这个学校什么时候会被废掉啊。但是我想，财并校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偏乡的学校里头，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老师怎么办呢？找不到老师啊，就算找到老师，也留不住老师啊。所以我们的偏乡学校的同学永远都在等新的老师来，又在看老师走了啊。那我们过去的政策啊，今天您藤角政策也在了哈。过去我们对于偏乡大概的概念就是补助、给钱啊，那给资源啊，那给什么资源呢？我们去偏乡可能看到他们有新的图书馆，里头的书啊多得不得了，也可能会接受各界的公益团体来捐献。可是这些书啊，可能上面都是灰尘，因为根本没有老师可以带他们去看这些书啊。那偏乡学校有非常多的代课老师。所以代课老师来了以后，其实他们也想走。他们来了以后，可能准备考不同的考试，可能去考邮差、考司机啊，怎么办？那我还听说啊，有的学校临时找不到老师，只好找学校旁边的那个槟榔摊的槟榔西施来代课，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作为一个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召集委员，我不能够面对这样子非常险恶的偏乡教育的处境，然后我们坐视不管，不可能坐视不管。所以我很高兴啊，至少我们今天这个公听会为未来的偏乡教育条例做了一个起步啊。那我也很高兴看到了，教育部啊，愿意有一个行政院的版本，我们希望在6月底，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啊，就可以提出啊。那我提出来的这个版本，就我的认为，当然还有非常多不够周延之处啊。当然这是一个起步，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来讨论啊。至少我这个版本呢，可以催促教育部来正视这个问题，让教育部可以推出一个行政院的版本，让国家的力量可以进到偏乡教育的这个问题上。我们透过整体的国家的层级来解决偏乡教育的问题。当然，偏乡教育条例的制定也不是万灵丹啊，也不是可以彻底解决偏乡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至少这是一个起步啊。未来我们要面对这些偏乡的小校，我们有一个法源，我们有一个制度，可以让地方政府有一个好的依据啊。现在全台湾啊，人数低于100个人的学校啊，全台湾有2000多所小学，人数在100人以下超过1000所，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低于50人的学校小学啊，有超过500所啊。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些偏校啊，如果我们不用国家的制度去规范它，那未来这些偏校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体的教育体制里头，最被孤立、最被漠视的部分。然后，未来在这些偏乡学校就学的小朋友，他们的未来也很困难，会有阶级的流动，因为未来他们受到的教育的品质，跟城市里的学校的小朋友，那个差距啊，落差会越来越大。那当然，我在这个版本里头的设计啊，有一些想法啊。那这段期间，我要特别感谢很多的教授呢，共同参与的一些意见。那不够周延之处呢，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一段时间，等行政院版本进来以后，我们也希望在排审议案的时候，可以有一些讨论跟修正哈。再一次感谢所有为偏乡教育努力的学者啊，我要特别感谢T4T 刘安婷理事长啊，他已经离开了哈。我要特别提到他，因为他是我的邻居，他是一位资赋非常好的学生啊。他当年是台中女中第一名毕业，他毕完业了以后，用非常好的成绩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那毕业以后，其实他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到美国很好的公司去就业，但是他选择了不同的人生的发展的途径，
他回来台湾，他回来台湾以后就结合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从事偏乡教育的改革啊。那他也集结了很多的志同道合的老师，可是这些老师就目前的体制其实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教师资格。所以我们在这个制度上其实就要让这些有热情有热忱的老师，从事偏乡教育的这些工作者，他们有机会进到这个体制来。好，所以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跟教育部一起努力。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来宾，谢谢大家。对不起，今天的公听会所有参与的学者、专家以及我们的委员等都已经发言结束，所有的口头发言、书面质询资料以及未能在本次公听会发言的委员、学者、专家提供之书面意见，均列入本院之公报记录，刊登公报并做成公听会报告，分送本院委员、与会专家、学者和相关机关工作参考。感谢大家，今天的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